教委会的最合唱，最和谐。是是是是。好，可以。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议程为并案审查，委员陈元等28人，委员许志杰等17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等2案进行询答，详细内容请参阅议事日程。首先介绍本日出席的委员，有我们柯志文委员、孙嘉宾委员，还有苏巧慧委员。那我们今天教育部部长请假，就请我们林次长代表。好，谢谢次长，谢谢。那我们现在首先请提案委员各自说明其所提案的草案重点。主席，报告事项还没宣读啊？这件事不是连续会啊，是一次会啊？有吗？用一次吗？一次会。一次会。我做一个会议询问。好。好，那既然主席刚刚说本次是跟前天，昨天、前天跟今天是一次会嘛，那请问一下，能不能请我们教育委员会确认一下？那么本委员会在3月7号的委员会做这个决议，要求教育部啊就教官转任的问题，在3个月内提交一份报告到本委员会来。那请问我们本委员会的会务人员，3月7号的3个月内？致辞在昨天之前必须送达。那请问本委员有没有收到这份教育部的报告？不行，教育部不是教育部，我们委员会啊，因为我们委员没有收到就没有啊。我先请教育部做一个说明，有没有送过来？哇，主席还有中委员报告哈。那昨天晚上已经部长已经批定。所以昨天晚上发文，我们的决议啊，不是教育部发出，是送达，请看决议文。请教一下我们教育委员会的主秘哈，如果我们本委员会做成决议是3个月内必须送达，那意指致辞，如果我不要把扣那个一天了哈，3月7号做成的决议，3个月应该是在6月6号到期，6月6号就是我们本会的委员会召开嘛，照说星期一的时候我们本委员会应该收到嘛。那星期一没收到，至少星期二没收到嘛。那教育部已经说了哦，我要求这个列入记录哦。教育部说他们昨天晚上6月7号才发出，什么时候本委员会还没收到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确认一下，本委员会未在期限内收到教育部应送达的报告，可以吗？会务记录可以这样记录吗？因为我到下次会的时候，我会再找部长谈这个事情。我今天做会议询问就要确认这个事情，我是要确认我们本委员会没有在昨天之前收到教育部的报告，是不是确认？主秘，确认嘛哈，确认哈，因为这是有录影的了哈。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知道确认这一点。本委员会的决议要教育部在3个月内将该份报告送达。到目前为止，现在时间6月9号上午9:13为止。并未6月8号上午9:13为止，并未收到教育部的这一份报告。那教育部有主张，刚刚次长有宣布哈，有公布哈，你们是在6月7号昨天的晚上，部长批核后发出，也是你们自己说的哈。那表示你们是昨天晚上才发出的。那至于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还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在你们发出之前就收到，肯定不会在昨天下班之前，你们发出之前就收到。那就确认一下，谢谢。不需要谴责。我等部长来再谴责。这样子好，那次长先请回，好不好？因为涉及到底是520之前的该负责，520之后该负责了。我就说要谴责哪一位部长了？我主要问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请提案委员各自说明草案。那个许志杰委员还没到哦。那本席就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刚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是不是可以请柯委员帮我带一下，好不好？简单说明一下。主席还有次长还有本会委员大家好，我想这个提案到目前为止哦，这个教育部版本还没有进来嘛，哦对，但是我们立委已经有3个版本进来了。那我想就是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上一届的时候，为了这一个幼教法哦，让整个幼儿园遭受过一次非常大的地震，包括幼教师跟教保员之间都产生非常大的冲突，连我们委员也无一幸免哦，都必须要被迫选边站。但是等到上一届这个地震过后，那么这一届教保人员是内部也开始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然后我特别要跟在座各位报告，就是为什么要有一个教保人员这样的一个服务条例出现的原因是，教保人员在我们幼儿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但他们的工作地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获得相对的保障。尤其像比如说桃园，我们自己本身从这个桃园县变成桃园市，那过去各市公所聘的这些教保人员，他并不能因为桃园市升格之后他可以有异动，那么他如果要从中立调到平镇，他要先辞中立然后再去平镇重新应征，他的年资很多都不能累计。那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教保的这一个工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现在是这么样的热门。我常常觉得他有点像是护理人员，又培训了非常多的护理人员，但在职场里面我们缺护理人员。我们的幼教科到目前的教保人员，我们培训了非常多的人员，但目前很多人都离开这个职场，尤其越往中南部走，你越找不到合格的教保人员。那到底是因为待遇太低，所以变成教保人员无法留任下来，还是因为业者他中间剥取了太多的利益，所以让教保人员相对的变剥削？这些问题都没有厘清的结果，变成我们的孩子在第一线面临到最不足够的一个照顾。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定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就是希望给教保人员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那也谢谢本委员会委员很多都支持这个事情哦。你看数委员看的那么样，听得那么样仔细，表示他对孩子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心。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尽数让他来进行审议。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那许志杰委员，好，那我们就那就请主席继续主持。谢谢谢谢柯委员，好，谢谢。因为这两位都是非常杰出的妈妈哦，都不是虎妈，都是对孩子非常好的妈，是吗？你看，听到了啊、哦。好，我们接着请教育部林次长针对上述病案审查之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各版本进行口头报告十分钟，好不好？谢谢次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感谢呢各位委员长期关心学前教育，本部为了鼓励教保服务人员专业成长，保障学龄前幼儿呢能够获得到教育及照顾兼具的教保服务品质，对于建构优质教保服务环境之推动不遗余力。今天呢承蒙各位委员会呢并案审查陈学圣等28名及许志杰等17名委员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共计二案，本人诚邀列席，自感荣幸。以下呢，就教育部对各草案之意见提供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指正与支持。首先，就本条例立法之必要性，有4点的说明。第一点，应保障教保服务人员资格及权益，针对现行幼儿园依不同法令禁用的各类的教保服务人员，其权益及管理事项，实有必要。完整规范于同一部法律哈，那么其内容呢，包括公立幼儿园的教保人员的待遇、退休、抚恤、保险、福利及成绩考核等权益及管理事项；私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劳动条件以及公私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请假之规定、申诉及争议处理等事项，必令呢教保服务人员能够有所依循。二、教保员进修呢及取得教师资格管道。应无缝接轨，师资培育法第24条已经定有落日的条款，提供了104年1月31日前已于幼儿园担任教保员并继续任职者，有进修取得教师资格之机会。为了协助教保员专业成长，解决大学幼教系、幼保系分流培育人员重复修习相似课程及其取得教师资格进修管道受限之问题。原因采职前培育及在职进修并行方式培育幼儿园教师，并持续开设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专班供其休息，畅通教保员之进修管道，以使其等均有专业成长及进修之机会。三、为确保教保专业人员培育品质，
应建立教师及教保员学校之认可及评鉴机制，借由本条例之制定，应规范大专以上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系科，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得培育教师及或者是教保员。另经认可培育教保员学校之教保相关科系呢，为确保其品质，应接受评鉴，作为调整学校核定招生名额及废止认可之参考。透过认可与评鉴机制双重管控，以确保教师及教保员之培育品质。四、提供契约禁用之教保服务人员有迁调机制，提高其持续在职比率，并稳定教保服务品质。现行各公务机关对于劳动基准法禁用者，无互为迁调的机制。地方政府呢，也有反映，应参考教师借聘机制，使其有调动的机会。就教保服务人员而言，因婚姻、家庭等因素有自愿性迁调需求，可保障其工作权利。就幼儿园而言，可提高教保服务人员持续在职比例，并稳定教保服务品质。原借由本条例之制定，提供契约禁用之教保服务人员得与迁调之授权法律依据。其次，教育部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曾于2010年至2004年召开多次会议研商，并听取各界意见，最后呢确立仍维持现行教师教保员分流培育机制，并畅通教保员之进修管道。行政院呢，并于2004年1月15号函报大院审议，惟因大院第八届委员借其不续审，本部呢刻正重新检视研拟及办理法制程序作业中。最后，有关教育部呢对委员所提各草案之回应说明，那么有两点的补充说明。第一点，针对陈学圣等28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本部呢刻正同步呢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委员所拟重要内容与本部方向一致，本部见表同意。又考量本条例涉及幼照法相关条文，本部呢也同步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修正草案，原建议并同行政院版本审查。至有关规范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之迁调，应与教师借聘于每年同时程办理之规定，查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之迁调系属后续的执行细节程序，将于授权中央主管机关订定之办法中予以规范。就事类人员之迁调方式、迁调期程等相关规定予以明定，原无需于本条例中规定。二、许志杰等17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本部呢刻正同步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委员所拟重要内容与本部方向一致，本部敬表同意。又考量本条例涉及幼照法相关条文，本部呢也刻正同步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修正草案，原建议并同行政院版本审查。以上报告，其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谢谢。好，谢谢次长报告。我们今天只进行询答部逐条审查。那么黄国树委员的版本现在在复议期间，那复议过来后，我们也会并案审查。那也请教育部赶快把版本送过来。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询答，每位出席委员询答时间，本委员会10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询答时间8分钟，必要时加2分钟。10点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果有本日自领事提案、法律案之修正动议等于，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询答结束后处理各项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请柯志恩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次长。柯委员好。好，次长好啊。是。有关于今天的教保服务人员的条例哦，因为它牵涉到非常多有关于他们的借调、任用跟申诉等等哦，本席深表同意。但是呢，本席对于这个整个的幼儿教育的整个的组织范围哦，我还是有一些的想法啊。
那我不晓得部长知不知道，次长知不知道，在四五月的时候呢，其实全国的家长都列入一个非常焦虑的时间。我想你看到新闻也会看到嘛，有关于我们这个公幼的这个抽签呢，几乎让每一个家长寝食难安。那你知道目前的公私幼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吗？目前公私幼比例的部分的话，大概分两个。如果说是属于那个公立跟私立的幼儿教育机构的部分的话，目前大概是3.6:6.4，所以这个比例是其实有一些差距的。如果是从那个招生的名额的来讲的话，目前大概是3:7。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用一个数据来去看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抽公幼，因为呢公幼毕竟对家长来说是一个经济上一个比较能够承负得起的一个单位。那你看以台北市为例的话，我想基本上他们已经非常努力想要开放非常多的名额，像今年有8000多个名额，里面却将近有17000多个家长要来去抽，这只是要去抽签的家长，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认为他抽不到，根本就不要去，所以呢 他可以达到51%多，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不错，但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很多人是认为抽不到，而且要很早半夜去排队，所以他们干脆不要去。但是你再看下面一个，我们有很多的3岁孩子是属于混龄的，对不对？那很多家长很喜欢把3岁的孩子送去幼儿园，所以他们今年台北市只开放了900多个名额，可是却达到差不多将近4500个家长要去抽，所以将近是只有20%的中签率。所以每个人你知道吗？中签的时候，你看那个家长那个表情，每个人是泪流满面啊，简直是觉得比中了乐透还要伟大。那你不要说只有是台北市啊，新北市其实也一样，新北市大概是到40%多，不到50%。所以这样的比率呢，你可以每个人都感叹了，它几乎是比公幼真的是比上大学还要困难嘛？的确是嘛，这是一个事实嘛。那我们目前来说，不管是蔡总统或是我们的部长，在第一次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呢，都特别提到了要把我们这个公托公幼变成一个公有化，尽量扩增它所谓的公共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不晓得，但是我只看到它一个愿景，我并没有看到它具体的一个做法。我不晓得教育部在这样的立场里面是认为是在多少时间之内要达到多少的公幼比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公私比的部分呢，在幼兆法，就是幼兆法订定之前呢，就是102年1月1日正式施行之前，当时的公私比的部分大概只有2:8。是过去的幼儿教育主要都还是由私立幼儿园，对啊，比率很清楚嘛，来做一个提供。那这几年来包含了教育部也跟我们各县市政府大家也都非常努力了，那也希望所以没有问题，那这个部分我肯定教育部的努力，是，但是我的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要向下扎根，是，不要忘记了那个部长，我们从任何的学理里面都告诉我们0到5岁的孩子其实他们整个的神经元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是的，可是你会发现很多教育部还有我们国家的政策其实大部分都放在5岁以上的一个补助，那你又要奖励生育，你又要奖励我们非常重视的这个学前的一个教育，但是呢我们很多的设备很多的设施却没有相对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补足，这是让很多年轻的家长，他根本不要说家长，年轻的夫妻他根本不想生的缘故。那你如果让我们公幼的比率这么低的话，那完全是让我们很多的职业妇女根本完全是没有办法。我不觉得次长会觉得要让女性回来照顾家照顾孩子才是最主要，你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是，对，所以我还是强调就是说，次长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表，大概的一个数据，你认为在什么时候教育部可以让我们家长比较可以去放心，不用每次都这样子。那个有关这个幼儿园的比率大概多少时间？几点可以结合？包含像少子化、闲置空间等等这个部分的清理哈。对。那我们希望呢，在4年内，在这个公私比的部分哈，能够达到4:6的一个目标。4年之内4:6。然后呢，同时也能够在107年的能够呢非盈利幼儿园的部分哈，能够由目前大概是多少所？目前27所呢，能够增加到100所。哦，这个部分就是我接下来要请教次长的，因为你们那时候为了要能够增加这个所谓的价，就是让这个价钱，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差距有多大。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你看私立的公立的话，一个月大概是4000到5000嘛，到私立的话可以从7500到25000嘛，这个差距几乎是20000块这么多。那你看中间的部分，就是像你刚刚所提到非盈利的幼稚园，那过去从103年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5年之内要变成100所，希望能够让我们这样的家长的这个所谓的负担能够降低一些，可是呢，到了104年，就我们教育部所显示的统计，大概只有25所，五年已经快到了，108年快到了，目前只有25所。那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所提出来这些的策略，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申请的手续是非常的繁复，而且呢，一般来说程序
土地的取得也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即使是说要帮助大家来做这个所谓的公司合办的这个非营利的幼稚园，但是你的诱因实在是太少，所以呢，即使是这样子的话，你看那个目标怎么达到？所以刚刚次长已经 promise 四年之内要把它变成4:6，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非营利幼稚园可能也是要达到100所，可是目前本席还是非常的担心，因为数据基本上显示出来成效其实还是看不到，那你的具体做法会是怎么样？就是诚如你刚刚所说的嘛，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帮他解决？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基本上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因为现在目前少子化嘛哈，所以我们会运用包含的这个中小学的一些闲置的空间，那么做一个清理之后，如果说适合作为这个幼儿园，或者呢可以来作为公司协力的这个非营利幼儿园的部分，我会朝这个方面。那么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说的程序非常的繁复，而且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这边给予他们的诱因其实不太够。其实有些人很想，因为他在私立学校可能会被私立幼儿园可能被剥削，他想自己来好好根据他的热忱来自己开一个非营利的这个部分，可是他永远就是发现很困难，所以一家家说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为止只有125所的缘故，远远超乎，完全不如我们所预期的嘛。是，所以这个程序上务必请次长要特别的注意的。有关的程序跟相关的一些问题的部分，我们也会协助县市政府啊，一方面了解这个状况，同时呢也会提高这个诱因。那这边对，那任何一边，你刚刚已经特别提到，目前来说私立的幼儿园是非常的多嘛，那基本上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轴，所以我们势必对它的整整的一个设施，它的安全性，我们要做出很好的一个检视。但是呢，这几乎是所有历届部长都要面对的一个幼教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苏院长他也特别提到的，他很想把这个说6岁以下的这个补习教育呢禁止幼儿，那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一读了，但是呢还是都出不了，原因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势力的一个焦灼。那我现在特别请问教育部你们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补习班是比较好设立的，所以很多人就打着补习班的名义来设这个所谓的安亲，更是托儿所或者这个幼儿园，那基本上面呢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一个弊端。那到底教育部的立场，你们真的认为6岁之前适合是上补习班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一个程序吗？我不晓得教育部必须要给我们这个，不能让我们有模糊的地带，因为呢你摆明就说不可以，可是违法的东西很多，除非你仔细去抓，问题是抓的又不太用力，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造成大家都在走模糊界限，然后让我们这些家长就是心惊惊的。我不晓得教育部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对于6岁之前孩子。跟委员报告一下哈，目前中央的法令对于这个补习班招生的年龄哈，目前是并没有规定明文的一个规范。对，如果说是地方政府呢，在自治法规里面有限制补习班哈。那个招收6岁以下的幼儿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会尊重地方自治的这样子的一个权责。所以教育部基本上是，即使是最高的这个教育单位，你们还是对地方没有办法做出任何，你们还是只是尊重而已。这个尊重。你知道这个问题，那这个难道没有任何的修法的可能？因为问题很严重。因为次长你知道吗？我刚刚特别提到嘛，补习班门槛比较低，我们认为说补习班可以是聘外师，可是幼儿园在6岁以下不能聘外师，所以你看很多家长为什么会把小孩子送到所谓很贵的双语的地方去，因为英文本身就是一个。那我也知道教育部目前也结合了很多的专家来探讨6岁之前要不要学英文，但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只是强调私立有很多的打着这个双语的部分，那你这个东西就很矛盾啦。我们的一般正式正规的部分你不能聘外师，补习班可以聘外师，那补习班不能设幼儿园，家长却又把小孩子送幼儿园，然后教育部又不能够监管，又尊重地方。哇塞，这样讲下来，那次长你是很无奈的看着我，还是觉得我们就让他就这样下去吗？而且你不要忘记哦，补习班如果说是非法的话，他还不能有学保啊，学生保险呢，他只有意外保险哦，意外保险是1000万到1500万，他没有学保是怎么样？如果说1000万的话，表示如果说万一发生事情的话，20个小孩一个人只能分了多少？50万而已哦。发生一些意外，他还没有办法有学保，像这孩子又这么小，所以次长这边塞了，你这个部分一定，我们今天探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太多重生的问题了，从家长又是从公幼，公务没有办法满足，从这个私立里面，我们又非常尊重地方政府，那我们教育部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更明确的，或者是真的可以对这些东西部分，因为孩子基本上是非常的小啊，怎么办啊，部次长？是的，我想对于这个学前教育呢，当然不管是孩子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呢这个补习班的这个部分呢，如果在补习班，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对于幼儿的这个安全的部分应该是摆在是首要的。
所以可是你们并没有啊，你们都是你们并没有在这个显然从刚刚的很多的答询当中，显然并没有太积极的做法。事实上，你们都用告诉我们都是地方政府的权限，你们尊重啊？怎么可以是尊重？如果要尊重的话，教育部有掌管那个幼教司的，那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撤裁了啦。全部都交给地方来去做处理，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呢？有关刚刚提到的对于这个补习班的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我们部里面也针对这个补习班的这个相关的部分，也在严厉相关的这个学前学龄前幼儿的短期补习班学习的相关范围啊，目前大概也在希望能够透过修法的部分。我还是强调，到底补习班有没有办法？你也市长也知道很多它的弊端嘛，你一定要把法律弄清楚嘛，严格的监督嘛，否则大家都在游走法律，然后你们又公开的宣称学前教育幼儿的扎根基础是这么的重要，你完全是跟所喊出来的口号跟你所提示的具体的策略完全是不太互相能够搭配的起来的嘛。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在法令上做严格上面的做这样的一个做一个修正的话，你其实我们还是继续在走法令地带。我请次长务必要把这件事情完全记在心上。是。那更不要说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最后提到一个所谓的额外的这个，像我们看到吃不到的这个部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原住民，还有很多这个部落的家庭里面，你们虽然有制定这些法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这些法规某种程度实在是不符合我们这些部落妈妈们的需求，因为你虽然已经松绑了，让他们可能不需要拥有一些正式的这样的部分，但是呢，你们有一些有关于技师的执照，很多妈妈还是没有办法。特别你们也设立了非常说公立的这样子的部落的一个幼稚园，但是呢，这些孩子某种程度呢还要花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呢学一个他不太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对他们说也不是件好事的。这一部分有没有特别？你们开的法了，可是在落实层面上面又还是有很多部落妈妈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所以美意还是没有办法被执行。好，我想部长时间有限的关系，我只是稍微点出来这个部分，我只要特别再一次的强调，幼儿的教育不管颜色，不管党派颜色，大家都认为很重要，所以我们齐心都是把它焦点放在教育部，你是一个最高的教育行政主管的一个单位，真的如果各县市政府他们在这块里面用他们的方法来解读所有的法令的话，我觉得教育部责无旁贷，务必要在这个部分给予更强烈的监督，用很多的方法，用预算的方法要求他们在这一块一定要彻底的落实，否则万一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谁要来负起最大的责任？是，好不 好？谢谢，谢谢柯文，谢谢。好，谢谢好妈妈，现在我们先请好爸爸。吴志阳委员，他们都是为了这个送孩子上课，所以提早来立法院登记，包括苏巧慧委员都是。主席有请次长。次长请。吴委员好。次长好。是。今天是审查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哈，但我看了一下，大概过去有两个比较大的争议哈，包括这个。负责人的年资是不是纳入园长的资格里面计算，以及就是教保人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免去这个教育实习这样的例外，我想这一次的这个两个版本大概都已经处理完毕，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所以我今天要问你的反而是最近大家关心的一些跟教育有关的议题。第一个议题，我们是103年第一次实施12年国教，是对不对？对啊，那第一次的免试入学里面有21万的考生录取啊，这个录取率高达90%啊，那其中有60%的学生把高职，就是后来的这个技术型的高中，是啊，列为他们的第一志愿，是啊，那个时候的部长蒋伟宁蒋部长觉得很惊讶，他说没想到原来现在的学生。开始会考量自己的兴趣，不再是万般只有读书高，所以他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算是赞赏这样子一个状况，可是我们最近，你有没有注意到，经过这几年开始，会发现越来越多人，去考，就是自愿填到技职体系。那甚至就是说，在技职院校招收学生的成绩啊，发现那个
成绩越来越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趋势？跟委员是什么原因？当然这几边当然有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就是教育部呢跟各县市政府啊，大概在国中教育会考之后啊，都会加强学生的适性的辅导。嗯、那么根据呢国中这三年里面学生的包含他们的性向、兴趣以及职业试探的这个结果、嗯、来作为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依据，所以也越来越多的学生跟家长会尊重孩子的这个他们的性向、兴趣去做一个选择。尤其是对于有些职业性向的孩子来讲，他可能会优先选择高职。所以学校跟我的印象，因为我当过县长，我知道那时候有一个评分标准，就是学生跟老师跟这个家长对于他要往哪一条路走，有一个共识，这个分数会比较高，对不对？你这个都是从正面的角度看。对，另外的话，包含了现在整个技职体系的部分，它的升学管道也都相对的畅通。那包含了一些科大，像台科大、北科大，在这个百大的企业的排名里面啊，也都是虽然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大学。市长，这个就讲到一个重点。科大成为全世界好的学校，我们很高兴啊。但是要注意到，我们当时分技职跟普通高中的初衷是什么？最近有一篇报道，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理论上是说爱念书的小孩念高中然后大学，实作能力强的记忆能力强的走高职然后科大，这是我们原来设想的两条路。但是现在我认为已经有变化是什么呢？很多人的逻辑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像台科大这些已经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好的名声，所以人家在想的又是下一步，从下一步往前推的话，他从高中的选择高中还是高职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不同的逻辑思考。有些学生跟家长的逻辑是这样，他明明不是想从事技职，但是他就是冲着那几个科大的世界排名，所以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与其跟一群很会念书的高中生来竞争，还不如跟一群高职生来竞争明星的科大，他认为在这方面他占优势。然后他们照理说，你如果进到这些科大的话，其实是很好啊，没有错啊，但是他心中想的是升学，心中想的升学，所以家长宁愿希望他多多去念书，不要去从事技艺的竞赛，比如说我去考某种科目的竞赛，他认为那个不划算，时间花在考试比较方便。为什么呢？那也是跟我们自己现在这个专技院校入学管道统一学测的方法也是有关系。我们技职体系的升学管道还是以笔试为主，很少有实作课，所以大家宁愿去连那种笔试的科目也都在补习补习补习，最后结果就是成绩很好，不会实作，但是他考上好的科大。所以市长，你不担心这样子的事情发展吗？谢谢吴委员的对于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关心。那根据我的这个了解，包含了目前因为技术职业效应法在去年的前年的1月1号、那么修正通过之后，103年1月，对，然后呢对于国中高中职的这个职业试探以及职业准备的部分也做了一些的加强。所以呢包含了像我们的高职的这个入学管道里面，从这一两年开始，大概就有的区域就开始办理了这个所谓的数科的一个的这个优先免试的这样子的一个甄选的一个入学的一个方式。它纯粹呢就是以数科或者是会考的成绩当作一个门槛就直接入学了。至于技专校院的部分的话，目前也在研议了是不是也能够有考数科的这样子。你要快一点啊，对，是的，你这个动作要快一点，再厘清楚，要不然好不容易要恢复的技职体系又弥漫着一股升学的升学主义，是我们好不容易的技职教育的精神，这种技艺工匠的这种精神又会被这种奇奇怪怪的管道的逻辑升学主义又会去扭曲技职教育，这个我是要请教育部正视这个问题。是至于针对有些绩优的这个学生，他透过绩优来学生的部分，目前都还是有这个甄师甄审的一个保送的入学的一个管道，给这些学生
实务能力很强的学生一样有这个升学的管道的一个机会。对，你要照顾到一般的，对，是的，一般的实务。那有些人是只想考试，根本不想实作的，他也来争这一块管道，会排挤到其他我们本来分性向分好的，他跑来排挤我们，了不了解我担心的事情啊？是，请你们研议相关配套措施。是，好。第二件事情，我想请问次长，从下学期开始，陆生的交流是不是确定正式中断了？目前我们初步的一个了解了哈，那个对于正式交流生的部分哈，正式的这个交流生的部分，目前并没有受影响啊，并没有受影响。目前我是说下学期哦。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在已经在办理这个已经放榜了嘛，放榜了之后啊，当然目前是并没有说这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市长，请你收集资料，因为我们从申请的学生，对，从在办两岸相关留学资讯的台商，对，在我们自己很多招很多大陆交换生的私立学校，从这些管道我们听到的讯息都是已经要全面那个我们的了解的部分，包含这个部分的报道的部分，大概是主要是在短期研修生的这个部分呢。那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这边也会持续跟大陆的那个对口的部分再了解一下这相关的一个。其实短期研究生其实是很研修生，研修生其实是很大宗，对不对？对，一年有多少人？三四万。三四啊，去年三万多，对。三万，对，三万多啊。对。那如果他们都停止的话，其实对很多私校是马上有财务上的问题。嗯。是，这个比如说比如说我讲，大概你也看过，昨天已经有人分析过，大概学费六万，住宿费四万，那三万多人的话，一个学期大概就是34亿一年的话就是68亿，这个是只付给学校的。那我的了解，这些陆生呢，他们非常喜欢台湾他们也把握他来台湾的这个机会啊。到处去旅游认识台湾，所以他们消费的频率还比我们本地生高所以不是只有付给学校的，连台湾的其他的消费也会有损失我想一年算个大概100亿大概跑不掉这几所谓的这个这叫什么交流生是吧短期研修生，短期研修生很多学校好多嘛，我们现在在很多校园都非常看到很多一年大概会让台湾的学校跟消费损失100亿所以这个是非同小可，而且现在大家都觉得除了财务上的这个冲击以外，最怕的是其他的影响，两个影响就有很多人提出来了。第一个，学术的交流减少了，台湾的学生如果没有出国的话，他其实可以透过跟来台湾的大陆的学生的交往，知道他们大概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知己知彼的机会。那他们不来，我们不去，就是少了这些知己知彼的机会。另外，还有很多的大陆的这个留学生来到台湾以后，他非常喜欢台湾。他很多对大陆的认识是从台湾的媒体认识因为我们是开放自由的，他们在这边得到很多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他们来台湾以后反而能体验到所谓民主自由的精神我觉得这个不要小看这个，每年每个学期三万多这样回去，他们在原来回到大陆以后，他们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面能够影响的决策，其实对台湾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怕人家这个统战嘛，我们也可以反统战啊，我们的反统战就是我们的生活民主的价值嘛所以这一块不要觉得只是财务上的损失。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说像这个气象主播这个李富成他就讲他是说重点是大陆观光客不来是百业萧条但是如果是陆生不来的话，会造成教授会失业。那教授失业或者是教授外流，因为台湾的这个学校付不出好的薪水，
教授外流，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大学生，大学教授到东南亚去教书，甚至到大陆的各省份去教书。那我们好的人才去外面教书，我们留在台湾的人才如果不够的话，我们的学术能力，我们的竞争力也会大幅下降，对不对？市长，这几个你有没有注意到陆生不来这件事情的影响层面是有这么多层面的？是，你的看法呢？谢谢吴委员。我想这个教育交流是两岸一个非常互动好的一个，而且也很好的一个基础了。那未来的部分呢，我们会在这个既有的基础上面哈，那么持续推动两岸的一个教。你们现在有任何的管道可以了解大陆的决策吗？目前包含部里面这边也会跟我们对口的招那个大陆的那个招生的相关单位，有跟陆委会这边有，对，也有透过陆委会去进行了解。好。我最后一个最简单最后一件事，就上次部长来的时候有讲到全面免试的事情啊，我那时候就警告说一定会出大事情，因为你的配套都没有出来啊。那我现在就单纯反映一个地方的声音啊，在日前桃园的家长会长协会办了第一场的座谈会啊，他先分几区，这一区呢每一个学校派一到两位的家长代表出席啊。大概总共70个学校，115个人参加，结果他们讨论以后，最后举手表决，有111个，115/111，认为不赞成全面免试入学方案，给您做参考。是啊，那最简单就是全面免试加上就近入学，虽然是一个理想，但是它跟现在国中国小的学区制是一模一样的。啊，如果是变成学区制的话，就会造成我上次讲的孟母三迁效应，以及好的学校周边的房价会被炒起来。啊，这个是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接受的。啊，请大这个贵部啊，好好的思考。跟委员报告，基本上这个所谓的全面免试，它并不是采用国中国小那个小学区的，是目前的这个旧学区招生区的这个方式。那未来呢，在规划啊这个免试入学的部分，我们会采用在现有的基础稳定渐进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你说目前这个学区，像桃园就跟马祖一起，是不是这样？好，现在目前是桃园区，对。在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考虑到可能有些条件成熟的。高中职啦，或者是那个这个县市学区的部分，他可以来办理这个免试的一个。如果是这么大区，你的就近入学实在不是很近哦。但是你的近不是很近哦。不是全大区域的这样子免试入学，不是的。好，请你深思啊，我得反映地方的声音。我们会审慎逐步渐进的推动。谢谢。是。好，谢谢吴委员，谢谢。好，我们接着请苏巧慧委员。主席，还是请次长。苏委员好，是。嗨，次长，那既然我们今天审查的是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哦，那虽然刚刚吴委员有说，其实很多争议的部分已经大家有共识，所以他不提。但本席在这里，今天就这个我的质询的时间，我也还是想继续就这个条例向部长以及也就是贵部来做一个请教。首先我想要请问哦，部长刚次长您刚刚在这个口头报告里面有说，其实教育部目前确实在这个届期当中，在这一届期当中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版本。那我想请问未来会不会提出教育部的版本，那或者现在进行到哪里了？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在去年呢104年就提出教育部提了一个版本的版本，那因为呢届期不续审哈，是，所以目前是回到部里面，所以我问的是现在。那目前大概我们正在这个在检视在研理当中啦，好，那可能这个月还会再开一次会，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是7月份。7月份，那所以我们这个会期不可能把这个条例，可能就下一个会期是，要在下一个会期了。是的，好，主席，因为我们会并同，不仅是要到下一个会期才会审哦。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啊，也并同我们幼儿教育照顾法的部分并同，因为涉及到的部分要并同做一个。好啦，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进程，那我们这个就要靠主席啦，要加速推动啊。好。我在这里呢，确实是希望教育部还是能够提出自己的版本。也因此，既然希望教育部提出自己的版本，那今天我认为还有两个部分应该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提出，并且希望教育部在提版本的时候，这两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纳入考量？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刚刚主席也有提到说，在上一届的任期会期当中，其实因为幼教法的通过，所以引发了幼教师和教保员这两边其实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争议嘛。这个我相信次长一定比我更了解，但是次长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争议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先从简单的问好了，次长您能在这里告诉我们幼教师、教保员和这个助理教保员三种工作它的不同吗？怎么区分？简单依照目前幼教法的部分，那个从资格取得，从这个那个资格取得的部分，因为现过去是双轨培育嘛，所以有关那个教师的部分的话，他必须修毕那个教师的专业的课程，所以这个过去大概都在师资培育大学里面幼保系、幼保幼儿教育系来做一个培育。那至于教保员或者助理教保员的部分的话，大概都在一般科大或者技术学院里面的幼儿保育相关科系。那你觉得他们的薪资待遇有不同吗？是这个目前因为是有不同的，是有不同嘛？一个是按照教师，所以这三个身份别的人，其实他在资格取得和续薪的部分其实是不一样的嘛。好，那他们的工作内容有没有不同？工作内容的部分基本上教师的部分，从第一线来看规定的话，那基本上大班一定要有老师。幼儿园教师，但实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在幼稚园的 daily 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不同？基本上很难，不容易划分、啊、很难划分哦。那资格不同，我们的任用资格不同，续薪不同，但是他们的工作却很难划分。那你觉得这样合理吗？这里面有包含过去有些是幼稚园改立过来的幼儿园、啊、有一些是过去是托儿所改立过来。那教育部针对这样的问题，你有觉得应该要提出怎么样的解方吗？有应该要提出解方吗？有什么样的解方吗？针对这个部分，在部里面也有召开过相关的一个会议的。那大家最后的共识是有关这个教保人员的这个培育的部分，基本上还是维持目前教师跟教保员双轨培育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同时呢，也必须畅通教保员哈。那么这个其实你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其实是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有没有区分。其实在这里哈，就是我刚刚既然说我要提出的是问题，希望贵部提出的版本是不是有参考的地方，有参考的空间可以纳入修正。确实我要讲的就是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尤其甚至是让幼教师和教保员分成两边来站，本席认为其实最大的争议就是在这个幼稚园的教师教保员他的工作别上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也就是这样子不同的幼教师和教保员他们的资格取得不同，因为幼教师他是依师资培育法取得资格嘛，那后面教保员的部分其实他只要专科以上幼儿教育相关系所学程毕业，他就可以有这样的资格，那所以他的续薪也不同。可是他们一旦进入到幼儿园里面，他在工作的时候事实上大家都是一样忙碌啊，那当然教保员就会产生一种为什么我同工不同酬的心情，但是反过来幼教师的部分他会觉得我确实在为了我的专业取得的过程上面我投注了更多的资本，不管是时间或金钱也好，我投注了这么大量的资源下去以取得了更高深的专业的资格，那为我当然应该要有不同的待遇啊，确实是这样嘛。所以回归到最后，其实我们要能够看的就是我们教育部教育最高的主管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从源头来思考起，到底我们对幼教师教保员他的工作内容是不是可以明确的划分呢？本席现在在不管是在幼儿教顾教育法里面，或者是现在今天在讨论的这个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里面，其实都还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规范。我认为要解决这个争议其实必须是从根源来讲起。刚刚主席也有谈到嘛，其实我们有在谈护理师和护士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啊。我们确实是护理师和护士人员他的资格不同，所以他能够执行的业务范围也不同。护理师可以在医生的监督之下执行医疗业务，但是护士他就仅能执行医疗的辅助行为，所以他的资格取得明确不同，他能够执行的业务范围也明确不同，所以他的续薪当然不同。这个大家欢喜甘愿，没有话说，争议自然也不会有。那甚至我们再看外国例，这个日本的幼儿园的教保服务人员也分了很多啊，除了他分得很细耶，他有园长、副园长，还有主任教师、指导教师、教师助理教师，
他在这个学校教育法里面很清楚的规范每一个职务的工作，所以本席在这里建议，既然教育部的版本还没有提出，不管是在母法、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也好，或者是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教保人服务条例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争议的源头认真的思考？因为由委员这边来发动，当然也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最高主管机关，有最大的研究能量，也能够接触到第一线的部人员，是不是这个责任教育部应该要扛起来？我认为这个争议其实是应该教育部还是应该要来处理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啦。那第二个问题，好，这我市长好像没有让你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哈。谢谢苏委员，这个意见非常好了。因为我是看我的时间好像快没有了，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所以市长你还是表示一下。但是因为刚刚也报告了，就是说这个现在目前的幼儿园的部分，它过去有它过去的一个背景跟历史的，有的是从这个幼稚园转过来，有的是由这个托儿所转进来。那幼稚园过去都是以教师配置，幼儿园、托儿所的部分过去都有教保员，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试用了以后，那么一下子之间呢，就是也必须要有那个过渡的期间里面，这个我也同意、啊。幼儿园里面去转换成有的教，所以你在提出的说这个如何让这个教保员可以转任幼教师，他的管道是不是能够畅通等等，这个部分我也完全同意啊。你刚刚提的这几个修法的方向我都赞成，这个立法的方向我也赞成。我在说的是，我们还有一些部分有一些问题没有看到，没有做规范，我在这里提出，是不是可以参考也列进去？既然版本还没有提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有空间，我们可以就最大的根源来做调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研议，因为这个会有实际上执行上的困难的问题，必须针对实际上执行的这个问题的部分并同去做。我知道了，社会上总是有种种的问题，实际上都很困难，但是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嘛，所以总是要研议、要讨论、要能够最后有一天要可以解决，这才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啊！不管是行政部门也好，不管是我监督的立法部门也好，我存在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啊。哦，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提出的问题啦。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教师培育计划的部分哦。我在这边看到的是说，其实根据我们的调查嘛，从1997年度到2004年度，这个幼儿园呢，2001年学年度幼教整合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保员人数是增加，但是幼儿园教师的人数却是在减少。所以公立的还好，但是私立幼儿园平均一所只有不到1.3个幼儿园的教师哦。所以我今天在看到的这个条例里面有提到说，就中央主管机关应依幼儿园教师的总量需求，兼采职前培育及在职进修的方式适量培育。我们的草案不管是在哪一个版本，在主席提出的版本也好，徐委员提出的版本也好，都还是跟上一届教育部提出的版本一样，是有这样子的方式总量培育。那我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请部长这边次长这边做答询哦。我认为现在你的总量培育有一个计划，是全台湾的师资都是根据你的这个你的计划来培育，但是这个计划呢，它在国中、国小、国中、高中的培育部分，它可行，因为它的模式是基准录取教师的基准，再加上与时俱进的去调整。可是这个在幼儿园的部分，我认为不适合这个模式。为什么？因为幼儿园现在我们的入学率，2岁到5岁只有57%。3到5岁也只有72%，但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希望能够100%入学啊。所以如果幼儿园也包含在这个师资培育计划里面，用这样的入学率，用现有的入学率去做师资培育的总量的计算，那我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原因就是刚刚说的，现在的幼儿园入学率其实是偏低的，以至于会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的幼儿园教师培育数量其实是不足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100%嘛，那现在只有一半，那这个数量当然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教育部应该把幼儿园切开，它和国小、国中、高中的师资培育计划，这个要用不同的计算标准来决定所谓的适量，那个量到底怎么样是合适的？我认为这教育部这边可能要也可以思考研究啦，这是本席提出的方案。不晓得次长，好，谢谢。
刚刚苏委员所提到的相关的这个部分呢，但我们目前修正的教保条例啊，也把委员所提到的这个精神的部分也把它纳进去了。那第二个的部分呢，针对目前幼儿园的入园率的部分，大概五岁的部分目前大概高达95%，这是五岁的部分。但是五岁以下的哈，四岁、三岁的这个部分，基本上除了幼儿园公司幼儿园的提供之外，当然也包含了在家自行带或者是保姆来带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大概目前大概没有说四岁以下的部分要达100%的这个目标，目前是。但是一样嘛，我们未来的希望到底是什么？我们和 OECD， 我们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入学率就是太低嘛。我们不能同时一方面认为学前教育、学龄前的教育是重要的，但是一方面却放任我们的三四岁的幼儿入学率是如此的低啊，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能够提升他的入学率，让大家可以进去啊。是的，对啊，所以一样解决问题。部长、市长啊，市长，希望有一天可以是部长啦，哈，一直叫你部长这样。解决问题，我想才是我们共同希望的方向啦。是的，我们会朝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好，谢谢市长。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吴思耀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次长。吴委员好。次长早安，所有的同仁早安。哎，我在等我的电脑。哎，谢谢主席，时间暂停。以前在议会都有时间暂停。谢谢主席。主席英明，好，重来一遍。次长好，大家早安。吴委员好。今天我们关心幼教，那当然刚刚我看到柯志恩委员有略微提到非营利幼儿园，那也许时间不足，没有办法更深入来论述来探讨。那我今天第一个阶段就跟您探讨幼教公共化，杀出了另外一条生路的，就是非盈利幼儿园，我们来看看它的可能性，它需要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更多的政策的协助。下一页，我们在教育部2013年12月12号，您是常任文官，所以您很清楚被监察院纠正了，很清楚的，就因为教育部未依法提供幼儿优质普及评价进变的教保服务被纠正了。教育部也没有有效的督促地方政府来分析各县市内教保服务的供需情形，被纠正了。也因为我们教育部长期的放任公私立幼儿园的收托比率达悬殊的差距，未满三岁，好恐怖的数字，未满三岁的是89%都念私托，惊悚的数字，被纠正了。被纠正的另外一项大理由就是，现在的公托60%以上平日收托只到4点，而70%以上的公托寒暑假是不提供这些服务的，以至于双薪家庭这些年轻世代寒暑假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另外再开一笔钱啊，去找人来抓，这对于学前教育的衔接也不利。那最重要的是，双薪家庭真的没有办法负荷，下班5点6点，他4点就停止收托。基于这四大缺失被纠正了，我想你是文官，你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探讨幼托的改革。下一页，那幼教的校数，其实我去找资料，我发现这几年我们都在讲学校不足，学生入学率不高。比起 OECD 国家，我们还偏低，学前教育要急起直追。可是整体的，不管公托加私托，整体的校数却是不减反增。你知道问题在哪？因为私校往下掉啊，公托成长缓慢。公托这两年半来，从2012年蜗牛漫步的成长，两年半来增设96间，你们确实有努力。我们当然希望私托越来越少，可是现在不得已的选择之下，它还是一个选项。而私托这几年来也因为经营的问题，它的教保人员难请，大幅的减少345所。所以总体来讲，2012到现在，我们是
整个不管公托私托的这个幼教学前教育的提供整体是下降的，那这是一个警讯，因为饼就不够大，而且它还在缩小当中。下一页，学生数我就不赘述了，大家都知道3:7的差距，大家够不理中花大钱去挤私托。下一页，而这个再跟您论述跟分析一下，2到5岁的幼儿园的净在学率，净在学率就是有去读的，台湾在2015年的统计只有57.77%，没有达60%。换言之，有超过40%，高达340,000的幼儿是没有就学的。就像您刚讲的，在处理后阿公阿妈从阿隔代教养的，要不就去自己花钱找保姆的。不管怎么讲，有一群孩子30几万，40%，也许就因此输在起跑点。这都是几个警讯，我想您都资讯有掌握吗？好，下一页，我们就来看非营利幼儿园。103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实施方案。104年，其实刚刚柯委员他说，4年的计划达到100所，但是现在只走了第一年，只达到20所，他担心未来赶不及。其实我反而是另外一方面的数字的佐证。其实以单年度104年预定目标设20所，其实全国已经设了29所。它已经达到145%，这个要给你拍拍手啊！所以未来4年的100所，我认为我们要要求不止达标，还要更好，还要再冲。好，那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各个县市政府的配合度不高，有的人达到300%的达成率，像台北市要给柯P拍拍手，有的是零啊，挂蛋啊。来下一页。正夯的非营利幼儿园，它的满园率、入园率高达86%，其实真的是正夯、正热门，值得你们好好来投资这个幼托的潜力股。我看您点头如捣蒜哈，等一下让您一并回复。下一页，好处多多，这我不赘述了。学费比较低廉，收托的时间弹性，教保人员的劳动条件也更好。比私托的更好，可以让家长、教保人员跟幼儿都三赢啊。下一页，所以这么好的政策，我跟您爬梳出来，问题在哪里？表现最亮眼的，台北市第一名，今年目标104年，去年目标办3所，他冲到9所，300%的达成率，真的要给柯文哲拍拍手。第二名高雄市跟台南市各达到200%。的成绩，新竹市也很好，150%，所以这一类是资优班。第二类平盘有达标的，包括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屏东县、花莲县、宜兰县等等。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最后一类叫做留校查看的这一类，新北市是6都，哎，资源这么多，新北市目标你们框给他的目标是104年要办3所，就他办几所，你知道吗？1所，33%。朱立伦要不要吊起来打？你告诉我新北市问题在哪里？你有没有去了解？你有没有去掌握？为什么新北市配合你的政策不利？请说。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过去我在新北市服务，对啊，你就来自新北市啊，所以你们哪里为什么不配合中央政策？主要他走的是增设公立幼儿园。那有达到绩效吗？公立幼儿园的部分的话，他你现在在替新北市辩解是吧？不是，没有替过去，因为那个新北市他是走的是公立幼儿园，所以他但非营利幼儿园在其他县市都获得好评，所以他是两轨在并行，在处理的那这一轨也实在脱序的太严重吧。公立幼儿园大概这3-4年呢，大概增加了5000多个名额。好，5000多个，对对对。那所以你认为，你站在教育部次长的高度，你认为那就新北市去冲公立啊，非营利托幼儿园，好吧，那你就不要做了。非营利幼儿园的部分大概要从几个方面去做处理啦。所以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如果他学校里面，如果他原来已经有公立幼儿园了，你在当然，我干嘛你今晚在替朱立伦脱罪？所以对于他可以冲公托，我现在点出问题是，其他县市台北市也在冲公托啊，6都其他县市也在冲。
公托啊，没有道理新北市就以他冲公托优先来卸责，来放弃这种扩大公司合营的新时代趋势。目前大概也有在做全力来协助新北市督导这些末段班留校查看的现实，这是你的责任。对，这个我们会来。好，下一页。所以我具体要求，好还要更好，幼托的公共化。我要求你要逐年增加预算来编列这一类的非营利幼儿园，因为我们看到它是幼教公共化的潜力股。第二类，第二个，你要诊断各县市的资源差异，辅导落后那些末段班的地方政府迎头赶上，这是国家政策哦，不能够。当然，我们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之下，整体评估起来，这是一个对的，而且我说它是公共化的一部分，而且它更大的精神是可以贯彻公司协力啊，它有很多额外的外部的效益啊，当然要全力来 promote 啊。所以诊断各县市的资源差异，新北市还有刚刚我看的另外一个后段班是嘉义市，拜托请辅导他们，协助他们。我第三个要求，我们都知道校园的空间优先闲置的空间，政策上去要求各县市政府的各级学校优先盘点校园闲置空间，优先给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因为它的空间教室的大小刚刚好可以使用。但是除此之外，我也认为不止学校的闲置空间，我们半个月前在这里讨论学产基金的很多用地，很多闲置的场所也都可以来试用来纳用嘛。那当然对于各级学校要鼓励有更高的诱因，就是一些学校的场地主管他协助办理非营利幼儿园的业务费跟人事费都可以酌予补助，您同意吗？是的，跟委员办目前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在处理。好，很好。所以包含了这个非营利幼儿园的部分呢，目前29元哈，到8月份的部分我们会增加到44元。好哦，那很好，那又超标，所以其实我们还可以上修哦，4年100所，搞不好可以到125所、130所。努力是。好，但是明年的预算的部分我们也在增编了。教育委员会一定全力支持。是，谢谢。这种幼托的公共化，好，下一页，下一个主题，时间有限，我很快的跟你说，我可以时间暂停一下吗？5秒，好。拉曼飞天使一把，早疗教育爱播报榜，我很快的带过去。学前教育针对这些过动儿、迟缓儿、自闭儿，早疗教育都要搭配我们的幼教体系。下一页，而我不赘述了。早疗教育，早期发现、早期鉴定、早期治疗，而且各项的学术机构、专业机构提出来的都是6岁学龄前有特殊需要的幼儿，赶紧在幼教阶段、学前阶段来用融合的教育是可以改善的。下一页，早疗教育越早启动越好。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哦，发展迟缓儿比例是6%到8%哦，越早拉他一把，慢飞天使也可以飞得好、飞得高。好，融合教育是我们现在做的。那社政、医政、教育三个环节都要配合。下一页。但是我以实际的数据，现在累计通报所有的发展迟缓儿的机构里头，医疗机构51.6%，社福机构15.4%，而教育机构在通报上是挂蛋的。是不是我们的学前教育对于早疗，需要早疗的这些发展迟缓儿本身没有建立这样一个通报的一个机制？我在这里提醒您。下一页。现在的教保人员的公家考试里头，只针对基本的学能、幼儿发展教保概论来考试，针对幼儿教保的活动设计这个大方向来考试，具体的针对这些早疗教育的基本的特殊教育的 ABC 是欠缺，在考试项目上没有，这些是公托的考试进来的，都欠缺，这样在考试的时候赋予他要去多了解早疗教育是什么，更何况是私托的人员。下一页。所以教保人员的特教专业职能确实是不足，一些学术的研究我就不再论述。来，下一页。所以幼教，我们的幼教其实是最需要早疗的，我们的幼教要赶快拨破网，针对教保员无法正确判断个案是不是发展迟缓儿这一点，也针对教保员无法正确去教育跟保护保育这一类的过动儿、自闭儿、迟缓儿，这些都要拨破网，
所以很重要，还有社政、医政跟教育三方面都要协力。可是，在学前教育、在幼教这个体系里头，我们在老师的学前的教育、考试的项目跟职能的训练这方面都没有，所以那6%到8%的慢飞天使很难有人找出来给他诊断。来，最后一页，所以我要求强化教保人员对于早期疗愈的专业职能要求，落实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也要安排针对特殊需求学生所设计的教学活动，就是所谓的 IEP 课程，要加强这样子的研习会，在职能教育的时候再补强这方面的训练。最后一项，加强机关间的横向联系。我刚说的社政机关在做，医政机关在做，教育机关的学前教育对于早疗儿的通报发现跟教育跟保护是不足的。我在这里时间有限，跟您提醒，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就这个部分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好吗？好，是，谢谢，谢谢，是，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另一位提案委员，许志杰委员。主席，大家好，我们请次长。徐委员好。好，市长好。针对我们教保这一次的这个修法，那市长有没有什么意见？针对徐委员的这个意见呢，跟我们部里面修正的方向是一致的。一致的啦，所以应该是并同这个院版本共同来审议。OK， 所以应该可以顺利通过了哈。嗯，是。好，意见一样就很好哈。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现在陆生哈，就是赴台交换学生，市长有没有掌握目前的状况？目前我们的了解的部分呢，对于正式的这个学位生的部分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可能有影响的部分是据闻是属于那个短期研究生的，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面再持续的来加强交流。那现在你觉得是有没有影响？目前的部分 还不完全那么明确呢，通过我们官方去了解的部分是，所以你了解的状况呢？到底现在，交换学生目前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怎么样？我目前大概1到4月份的研修生的部分有2000多人，有8000多人呢、有8000多人是。那量有减少？还看不太出来是。看不太出来哈。是。所以哈，如果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因应策略哈，未来怎么样？突然我们的尤其是私立大学，哈辛苦的时候，那到时候才能努力都来不及了哈。是目前大概我们的了解，包含可能有一些学校的交流，大概都是一些个别的这个部分的。我这边也收集一些资讯哈，我们听一下那个陆生哈。好，他就是来台湾读硕士班的陆生，我们听一听他的讲法哈。砍掉一些短期的交流，或者说短期的这些东西的话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东西是很灵活的嘛。本来可能说准备短期的，有批学生短期的过去几个月，或者是再回来这种，那我可能暂时叫停一下，表示一下那个政治上的那种施压，你知道吗？但是这种正式的学生的学习，他不可能喊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哈，刚刚问了一下何家说他们上海的学生没有收到，但是他好像听说吉林同学是有收到。我在猜想有没有可能是说大陆他可能也不全部的省份都把这个交换生的事情停掉，他可能停一部分呢，有没有这样可能性呢？他也不把事情做绝了，但是表现一下姿态。所以大概市长，您那边有没有收到讯息说大概有几个省现在已经打算要停了？目前我们主要交流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有8个省市的部分，主要大家都不是这主要八个省市，包含了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江苏、浙江、湖南跟辽宁，这8个省市的部分，目前我们的了解都还是持续在进行的，都还是持续进行。对对对，是的。其他的省份哈，我们先看这里有个简讯哈。这个在网络上、在新闻上都已经有获得的报道，好，所以应该
讯息的正确性有一定的水准了哈。啊，就是说吉林省台办，他们发简讯给他们的同学，说暂停办理一切赴台的审批。好，那这个是吉林省的部分。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吉林、甘肃、江西啊，他们大概都是收到这样子一个指示。好，那当然我们主要的啊，有八个省份，这八个省份是不是有密切联系中？会不会有群起效尤的一个效应？这个现在教育部有没有掌握状况？目前我们掌握的部分是并没有接获到这个陆方有限说陆生来台的交流跟就学的官方的这样一个讯息的。那目前部教育部这边也会同陆委会啊，那么进行相关资讯的一个收集，持续掌握那么大陆来台陆生的这样一个人数的一个最新的讯息。所以其实现在跟教育部提出这样子一个讯息哈，是希望说现在执政党总是要做个未雨绸缪的工作嘛。每件事情都遇到发生了，才来擦屁股，才来收尾巴，到时候都来不及。所以目前我们陆委会会持续关注。好，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讯息。对，是的。啊，先让教育部做个预警，也希望说我们时时教育部要有这样子一个预备的状态。是。将来可能发生什么问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先做事前的因应，而不要只是事后来不及了，啊，才来措手不及，那样子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陆生事实上真的如果进台的话，首当其冲应该是私立大学了哈。我们的私立大学目前的数目字比较多哈，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哈。这是目前的状况哈，这是实践大学啊，它已经啊停办暑期研习营、文化、艺手等等的哈。那另外南台科大这个学期研修生少了170个，这算是很多了。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再去因应的话，后面哈可能问题很大。那我们再看他们的收费哈，这个昆山科大他们一学期收40000，世新一学期收100000，啊，那如果说总共的学生数呢，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一个比例哈，总共的学生数呢，我们从民国九十七年到103年，啊，104年，好，他这个学生数成长了24倍。也就是从197年的1321个，啊，到了现在34114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研修生的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多了哈，啊，那如果没有及早做因应的话，恐怕呢这个学费呢一个学期就要相差几十亿哦，一个学期就会有几十亿的学费的差距哈，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教育部哈能够好尽早哈来组一个专案小组来做研议，你觉得可行吗？教育部这边会持续来关注这样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掌握这个讯息。持续关注是谁关注？我们会会同这个陆委会啊。啊？会同陆委会跟大陆的对口的单位持续。对，我说那教育部是谁在关注这件事？教育部的部分有关跟陆生的部分，当然涉及到8万高教师、技职师还有国际师。对，高教师、技职师、国际师，所以到时候如果问题发生了，还是突然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教育部是谁在负责主导这件事？应该是，如果是这个部，应该是我们陈政务次长。哦，要到陈政务次长。哎，应该涉及到三个师。啊，所以你跟他反映一下，他现在不在这儿哈。对。你跟他反映一下，说是不是有机会？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师组一个小组。好，然后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因应。好，以免到时候真的是措手不及了哈。还有就是说哈，你觉得这个新南向政策哈，跟教育部有什么关系？蔡英文总统的新南向政策跟教育部有什么关系没？跟教育部的部分就人才培育的部分，还有人才培育的部分。是的。好，所以其实我要在这边提供教育部一个想法哈，是，就是他的五大创新产业也好，他的新南向政策也好，他不只是经济部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培养人才，好，跟人才的交换学生，好，如果我们可以配合新南向部政策的步骤，如果台湾的螺丝业、台湾的工具机、台湾的太阳能，啊，甚至我们的新打算做的亚洲矽谷，可以跟很多大学做一个更密切的结合，创造出大学本身利多的条件，你才有办法去吸收啊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到我们台湾来学习嘛。
好，所以我们也应该就说不是把所有的篮子通通放在大陆一个地方，我们的交流学生，我们的来台湾读大学硕士博士的外国的学生，我想不只是中国大陆是大宗，包括我们的南向政策，如果教育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也去研拟我们教育的政策，怎么样在南向我们要去攻城略地的时候，在教育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个部分可以去努力，是不是这样子以后不管是公校或者私校的学生，对我们这个招生不会说因为大陆给你一个紧缩而造成很大的影响。好，这个部分是不是教育部可以也这样子思考一下？是，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有关招收东南亚的这个学生哈，也是教育部这几年来都非常重视的。所以好，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包含马来西亚会。我希望说你可以配合这个新南向政策哈，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跟五大创新产业的政策。然后教育部什么因应配套的措施，可以思考一下，给我一份因应的报告，好不好？好的，好，是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哈，这个是 NBA 的一个球员，身高191公分哈。为什么要取他？你知道吗？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足球在全世界排名181名，现在变成191名。全世界加入 FIFA 的国家有209个。209个里面呢，我们是191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名次在节节败退。好，所以呢，我想问教育部，就是我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的体育啦哈，到底有没有一个主要的要栽培的方向？比如说你讲三个体育以后，我希望教育部可以长期去关注，多所着力，可不可以有哪两三个、三四个方向可以讲出来，让我们参考？跟委员报告一下，我想这个有关体育的部分呢，一方面大概我们主要大概就是，希望能够在跟亚奥运的相关的一个项目，以及对台湾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的部分，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它大概有两个嘛，一个是竞争力的，一个是普遍性的嘛。对，是的。好啊，所以比如说啦哈，篮球，对啊，比如说棒球啊，这个全世界都很普遍。比如说我们前阵子举重。射箭我们台湾都很强、那比如说足球、到底教育部是不是要把它列为重点项目？目前足球的部分也是列为我们的重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项目。好，那你列为重点，成绩是这样子。是，我们会持续来努力的。从181名变成191名，全世界加入这个会员国的也只不过是209名，所以是倒数18名，这个成绩辉煌，硕果仅存，如果将来有一个突破，我觉得应该要去长期关注嘛。是啊，那当然足协这一次我们要要求了，教育部要跟他们要求，就是已经2个月没有办比赛，所以才让我们名次倒退这么多，这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球场哈，这一次呢在高雄啊，我们对柬埔寨的一个比赛，好、啊，你看那个图，有一个黄色的那个布条，它就是围起来，前面2排不能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我们的主场，竟然前面2排不能进，你真的会让人觉得说非常的讶异。那到底是在围什么？围球迷吗？还是要摆句吗？我们再看一张哈，我们尽快把这个结束。好，那个市长你看一下，在日本的麒麟杯，你看那个球场是坐到满满满，啊。在柬埔寨的球场，昨天的比赛，人家哪有前面围2排？就只有在台湾会围2排，这是什么意思？据说怕我们乱举标语，据说怕凸显我们台湾的符号的一些旗帜或者是布条，这怎么会搞的呢？在自己台湾怎么会搞得这样子呢？这个我们体育署不用介入吗？这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国家的尊严、国家的立场，体育署不用去关心这些东西吗？我请林副署长。好，鲍委，我们去了解一下整个状况是怎么样。谢谢。我希望说足球，我这一两年来这么的关心足球的进展，结果看到的是名次倒退到191名，结果看对的是球场，被围布条，说前面2排不能进。我不希望台湾的足球是这样子发展的。我们从去年跟越南的比赛收门票收2万多张，然后呢，后来跟泰国比收门票在高雄也收了1万多张，
这一次跟柬埔寨收门票收三千张，又是节节败退。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教育部要把足球当作是一个重点，我希望说我们要看到教育部有具体的动作，到时候有具体的成绩，这才叫做放加入重点的一个诚意嘛，好不好？好，所以最后呢，这个要求哈，我们不要全面退步，让球迷愤怒。好，我们希望说哈，友谊赛也好，好那一些游戏的规则也好，我们希望将来看到的就是我刚讲到那两个简单的很大的缺点，是希望说体育署能够主动去关心，然后来提升我们足球的风气，这样好不好？好，希望看到的是成绩不断的进步。好，我们拭目以待。好，好，谢谢，谢谢徐伟，谢谢。超时也破纪录，不是他快要超过何心存了。哪有？对对对对对，对，停止质询一次啊！好，现在请黄博士委员。我们在李立芳委员质询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吗？好，谢谢主席，请次长。啊，体育署副署长，刚刚许志杰委员讲了足球哈，我就来讲了哈。哎，黄委员好。市长。你了不了解、哦、最近六月份、啊、我们这个 FIFA 国际足协台湾的世界排名、啊哦、是多少、啊、19, 排到191、啊、是那全世界有多少国家209我们排191、嗯、我记得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提这个问题四月份的时候排行多少好下来看下一页好，四月份的时候还有排181了，啊，六月份变成191啊，所谓何来？来跳回来上一页，其中来你告诉我原因。好，下一页，副署长，你知道原因吗？排名从四月份181到现在变191。对，因为他参赛的一个没有机会到外面参赛，所以他积分相对会比较少一点。Oh, 对，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去查。我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场比赛跟关岛的比赛啊，啊，我们赢，但是这一场比赛啊的成绩被取消了。为什么被取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作假。你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一场比赛被国际足协跟我们扣分。你知道这个事情？新闻有报道啊，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嘛。鲍委，我们昨天有去了解了一下哈，也跟足协做深入的了解。那状况是这样子，原先这个是。我们3月24日哈要跟这个越南比赛，那关岛队要跟阿曼比赛。但是我们为了要增加这个临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3月29日就跟关岛做一个友谊赛哈。那原先我们是提出来要变成一级的一个赛事，那FIFA那边也同意了。但是后面一个协调会，3月18日协调会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关岛提出来说：“哎，这是一个希望能够调整最佳阵容，所以他替换的选手哈、哦、超过六位、啊、对嘛对？关键就在这边嘛。对对对对，国际足协的规定只能替换六个。六位，对对对，我们替换了10个。十位，嘿，对，十位。那足协跟关岛啊说好，双方暗度陈仓，结果有人向国际足协检举，国际足协发现这个事实。”然后取消了我们好不容易赢关岛这一场比赛的成绩，然后以后还会付出代价哦。你知道运动比赛啊，输赢没关系，但是要诚实，要老实嘛。你知道这个事情丢脸丢到国际了，你晓不晓得？知不知道？对，鲍委，他是这样哈，依照这个规定是这样哈。他非法的很严谨的规定他必须要这个裁判比较中立，第三国担任裁判，而且呢，这个赛事均要经过竞赛官、裁判的一个考核员，还有四位国际裁判跟两队确认之后，才能上报到非法的里面。那这个部分，他们非法最后他们是哎，我曾经我们赢了关岛，所以把
积分把他们上升，但是后面在确认的时候呢，他们有问那个裁判，香港籍的裁判，现在裁判说，哎，我已经把所有资料都放在后面了，所以这可能是误解，所以要不要改回来这样子？是真的这样吗？是误解吗？对，我觉得是这样啦，我们国际排名成绩不理想这一回事我们来探讨，但是我们举办国际赛事要很老实，对，你不能去违反人家的规定，违反人家规定还要去跟人家讲说 OK 我们赢了，要跟我们提高我们的排名，这笑掉大牙了。但现在足协的说法是什么？你们把这个比赛赛事都丢给足协去处理啊？但是我觉得体育署啊有责任要来彻查这个事情。要不要彻查？要不要了解？对，我们初步跟足协了解是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会实地再确认一下。哎，对，以后国际足协会对台湾做出什么样的处分还不知道哦，知识体大哦，好不好？ Okay, 好，那个次长，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调查报告，跟本委员会做说明？是，我应该吧。好，跳回来下一页啊。好，我来看排名。怎么会台湾的足球的发展在国际上是这样的排名吗？啊，我们现在排名191啦，啊，全世界原本啊，在去年排名全世界最低的国家是不丹，2014年啦，前年而已啦，啊，前年而已，世界排名啊209名垫底的国家是不丹。不丹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比台湾还高了，188名了，啊，189名这哪一个国家？斯里兰卡还赢台湾呢？天哪，这些国家都赢台湾呢？我们多少人口，人家多少人口？我们2000多万人口哎，好，190名，这哪一个国家？这哪一个国家？你看得出来吗？苏利兰啊。是哪一个国家？天啊，听到人可能我搞不清楚哪一个国家，在非洲了，我去查了，应该是在非洲了。对，这些国家竟然都赢台湾呢？我们赢什么国家？192名，巴基斯坦。我们只赢巴基斯坦啊。193名是什么？巴布新几内亚。天啊！是我们邦交啊？人家人口多少？我们多少？我们只能要一点点而已啊，同级的啦。再来，这什么国家？194名，这什么国家？维京群岛啊，维京群岛也可以跟我们差不多。再来，194名，这个国家我真的不晓得了，这个叫什么国家？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家了，可能只是一个地区了，啊。这个我不晓得，哦，完全名不见经传，应该是一个英属地的一个地区了，哦，孟泽拉了，可能你们去查查看了，这个可能都不晓得有，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区，有这样的球队，名不见经传的，都跟台湾差不多。然后马靠这个知道了，澳门，我们只赢这些国家而已。我想问一下体育署副署长。对于台湾在国际足协的排名啊如此低落，你会不会觉得汗颜啊？包括我们也觉得很惭愧了，但是我们现在做法大概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中增加参赛的机会，好，这第一个做法就把实力提升。第二个就聘请外籍教练，目前已经聘日本的教练进来了，那第三个一定要长期的培训，那这个部分我们要做。但最重要一环就是说，就像端午节一样，绑粽子一样，要从源头里面抓出来。所以台湾，包括越南，包括新加坡，包括大陆，包括泰国，都有职业队。所以我们在从职业联盟这一块，也许是一个切入点。我们会朝这个方向一起来努力哈。以上做简单说明。那为什么别的国家我要积极发展足球运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么落后？没有理由啦。如果我们想要在国际的体育竞技上取得一定的地位，在足球的发展上，哦，这样子的模式，我觉得我们整体的国家都必须要来检讨，哦，奇耻大辱啊，真的，哦，而且比赛为了争取成绩还作假，这个是国际足协没有办法原谅的，哦，那为什么要去作假？请提调查报告好不好？哦，
那今天我要特别感谢陈学圣招委啦，我们今天排了教保人员服务条例啊。我知道，非常感谢啦，因为我也有提案啦啊，今天没有审啊，你要等我的提案来，我是非常感谢。当然我们现在还有行政院版的啦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来并案审查哈。那因为其实时间也所剩不多了，因为102年通过幼照法，3年内就要来这个配套要上路了。那这个配套要上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些争议？我希望教育部要有非常好的因应的措施啊。那长期以来，在幼照这一块有幼教师跟教保员的争议，我们好不容易在幼照法的修正案里头，我们有一些协调的方案出来了。那现在这个教保人员服务条例要上路了，可能还有一些争议。好，我们都希望教育部你们要快一点，要有研拟的一些对策出来。你们那个行政院版可能要有一些对应的版本出来啊。那么我的版本其实有一些精神可以教育部你们参考啊。服务满5年以上啊，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毕业，他担任园长啊的这些的负责人了，是不是可以任园长？我觉得这一点可你们请你们去评估啊。另外，他过去啊教学累计满3年以上，经教学演示及格者啊，是不是可以得免教育实习啊？那幼教保实施前已经具有教保员资格者，是不是可以免于教学演示？这个部分啊，都给你们去研究，看有没有可能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委员会里头，在审查法案的时候，都希望啊，把这些问题教育部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法啊。好，再来，我想提一个问题。最近啊，大家都忙破头了，公立幼稚园窄门挤不进去啊。台湾不是少子化了吗？那怎么会挤进公立幼稚园还这么困难？所有的民意代表鸡飞狗跳啊，每天都接到电话，挤不进去就挤不进去啊。你看这几天的新闻报道啊。公幼录取率啊，降到降了5.56%，啊，家长抱怨了啊。然后供不应求，为什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我们从这里好好来检讨啊。我们的公立幼稚园的确不足，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私立幼稚园啊。我们现在的政府的政策怎么处理啊？我们念的公立幼稚园，中低收入户当然他们可以优先入学。我现在要为他不是中低收入户者，可是他是低薪的家庭，双薪家庭一个月领2.5万，他可能家庭所得一个月才5万块钱，他领不到中低收入户，他没有办法优先进了公立幼稚园。可是他怎么办呢？他进不了公立幼稚园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去进私立幼稚园，私立幼儿园嘛，对不对？进了私立幼儿园，学费一个月可能15000到20000呢，这个还算比较平价的啊，对他们来讲非常大的负担，所以他们鸡飞狗跳，怎么办呢？我们政府鼓励生育，可是却在幼教这一块啊，没有一个配套，我们的公立显然不足嘛。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私立的幼儿园所，我们有什么办法在他们被迫要去私立幼儿园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协助？我们现在幼儿教券一个学期多少钱？5000块钱。我们那个幼儿补助的5岁的部分是有补助，是15000了一个学期。5岁嘛？对。那3岁呢？3岁基本上可能只有那个中低收入的部分，中低有嘛？有6000嘛？对嘛？好，那他没有办法领到中低的，他又挤不进去啊，他抽签抽不到啊，抽不到怎么办？他去念私立幼儿园，他没有办法念，糟糕了，他只好把他的这些幼儿交给谁来带？很头痛啊，所以不敢生啊，不敢生小朋友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配套做好，你要叫现在的年轻人鼓励生育做不到，很困难，真的。所以我请教育部你们去研议了，可不可以
针对这一些低薪家庭哦，每个月收入在50000块钱以下，年所得在500000以下的哈，用这样的标准啊，可不可能去设计一个？他们如果去念的私立幼儿园所啊，小朋友去念私立幼儿园所，我们有一些配套补助的办法，这个给你们建议啦，你们去思考。好，不然的话啊，非盈利的幼儿园所缓不济急啦，缓不以按照教育部目前的速度，真的缓不济急。今年的问题这个样子，明年还是这个样子，未来10年内这个问题都还不会解决。好，好，谢谢。是，谢谢黄伟，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林市长哈。张廖委员好。市长好。是，我想你对国教方面应该都蛮熟悉的哈。那刚才我听到很多同仁都很关心，事实上我们从地方议会出来的，大概也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在招生这个公立幼儿园的时候啊，面临的问题。那现在公立幼儿园除了直接县市立的以外，还有很多是属于学校的嘛，哈，学校附幼、附设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增长情况，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刚才我提到一个比例，就是说我们公立这个幼儿园跟私立幼儿园它的比例现在大概是多少？全国？全国的部分的话，从过去大概2:8不到了。2:8是什么时候的数字？应该是在幼托整合之前。100年左右。对，100年左右，那现在到104年。现在的话，公司如果机构比的话是3.6:6.4。机构比不应该用人次人数。那个招生比的话是3:7。3:7嘛，对，是的，3:7。好，那总数大概多少？我们现在公立全国这样子22个县市这样加起来大概多少？有没有数字？有没有这个数字？在哪里 ？OK， 总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据点的部分，总共是有6859个。对，这个园所哈。6800个园所。6800。来，收了多少人？那个收的人数的部分，139000多人。139000多人。是的。139000多人啊。公立的部分，公立的部分，公立的，公立的，这是公立的，对。公立部分13多万，好，13万9000多。好，是的。我会问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要审这个教保人员条例的草案哦，我们大概大体上大家在发言了哦。那其实现在比较迫切的，其实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势也好，或者整个教育政策也好，其实我们在幼教在幼这个幼托整合之后，我们其实很关切。里面的教师、幼教这个教保员或者幼教老师的问题。那事实上这几年来不断的长期就是这两个族群哈，这两个协会不断的对这个大班一师一保这样的一个政策幼托整合之后，去年开始上路之后，其实一直存在一些争议，立场不同啊。那我们教育部现在立场是什么？因为你不讲清楚的话，包括我们陈学正委员，包括我们的这个许志杰委员，他们提的里面，其实对于这个教保人员他如何取得幼教老师，其实他还有一些过程跟这个限制我想这个争议会长期存在。是，你个人的立场？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针对有关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师资的这个部分的培育目前我们还是维持，因为经过这个大家开会做讨论所以是教师跟这个教保员的部分是两轨还是并存？两轨并存嘛哈。对。那事实上，当时很多教保人员起来走上街头啦，来陈情啦，包括去找我们去这个游说，他们就提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他们的进修管道。你们其实，在培育这些教保人员，我们在准备要订定这个教保人员条例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对于培育的单位、学术单位、学校也进行过资格审查嘛，对不对？对，全国有大学的、科大的、专科学校，他们的相关科系培育的有几所？我们有进行这个认可的一个，大概51所。51所。哎，51所。好，那当时提出申请可以来做培育的师资培育的有几所？15所啊，目前经过这个认可的有15个学校，15个吗？15个，是师培是15个学校。我这边相关的是52啦，哎，五十几。教保系科是51啦，
五十一嘛。然后师资培育大学的部分是十五个学校，对。当时申请的学校、哦、相关的科系啊，听说只有一个政大幼教所，没有通过。你们在做资格这个师资培育的资格审查，只有政大的一个幼教所，因为他没有大学部，那你们认为他的资源不足，所以他开设的培育课程你们没有给他认可。因为政大他其他的专科学校啦，或者是、哦、科大啦，或大全部都通过了。对。那事实上这个资格审查里面啊，根据本席的了解、哦、就是说有参与相关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反映，其实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提供包括幼照法之前修正幼托整合之后，那现在又要根据幼照法又要来做这个教保 人员条例的一个、这个草案、哦、要来通过这个条例。那事实上我们的前端这些不管是师培或者说这些幼教老师的一个培育啊，我觉得这个培育机关他本身设立的课程曾经就有教授这样讲哦，他说我们拟定了一些譬如说授课的课程大纲啊等等，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在你们去跟大学院校进行资格审查的时候他们手上都有了，所以他们提供的书面资料也是按照教育部拟定的这些，所以这就是做一个表面文章我就已经放在那边了，你来审查书面给你都过了嘛，所以都没有问题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所以我们培育这些幼教老师幼保人员其实就按照教育部那一套，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做不会不过啊。所以很多参与审查的、啊、部分啊，不要说很多，教授也私底下有提到、啊、他们说这个好像就已经泄了题的考试卷啊，那只是在帮这些学校背书而已啊。市长你知不知道这个状况？跟委员报告一下，我看最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审查里面都还蛮非常严格啊，所以包含了有的部分是补充资料以后再审，有的是审有条件的通过，那所以最后都过了啦。对，除了我讲的政大幼教所，因为政大本身他并我知道他没有大学部，對所以你觉得他们周边的资源太少，对 对，所以他们提供的这个课程你觉得不够完整，是的，资源不够丰富，对。其他都过了啦，不管专科学校、科大或者大学都过了。我要提这个的原因就是说，其实我们、啊、不断的在强调学前教育要提升幼教品质，那现在又要除了幼照法 又要订立这个、啊、有关幼教老师跟教 教保人员条例的，我想我们都是出发点就像你的口头报告提的，我们都希望提升整个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我刚才提的那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审查这些在培育的这些学术单位，他们到底是真的按照你们的这个提的一些书面审查的纲要去安排课程去培育这些师资，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事实上培育出来的品质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提出这个质疑、跟委员报告一下，除了这个通过认可可以来进行这个教保师资的这样的培育之外哈，那有经过认可以后才能够做这个培育啦，但是如果认可之后教育部后面还是会有评鉴跟实地的一个访视。我对对，如果市长对不起、哦、我要跟你提的就是说我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现在的大学评鉴啦，所以高中我觉得这个教学评鉴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形式化、所以我就是要跟你讲说，如果说我们的法令在定的多么严格多么要求那个品质，可事实上我们在现场参与的啊、包括资格审查也好，教学的这种环境的资、哦、格审查也好，或者说一些法令的规定、啊、再怎么严格，其实对于幼教的提升的品质、我们只看到形式上的提升，没有看到实质上的提升、啊哦、那本席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还有一点、哦、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因为我知道当时我刚才提到当时幼教老师跟教保员其实他们本身存在，因为大班开始以后本来是托儿所的时候，我的教保员我也可以教啊，大班也可以教啊，合并之后哇要一师一保，结果呢 就会有问题。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托儿所他就是两保、你也没他的办法。那事实上我们也提供了，我看教育部我们后来经过协商也提供了他进修的管道，他只要满三年他可以去参加学程，去年开始嘛，对不对？那甚至之前他是大学幼教系毕业后来去担任教保员，他没有取得教师资格的、他甚至不用进修，他学分够了、他可以直接按照规定是实习半年或教学演示嘛，是，对不对？是。好，那部长你知道吗？去年有119位在教保员
他满三年了，结果呢，他去申请教学演示，有多少通过资格？大概是三成左右。啊？三成。三成。三成左右通过。是吗？119个，我得到的资料是53个，从书面审查就被刷掉一大半了，剩下53个通过。最后通过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哎，好像只有15%哎。只有19个人通过。再了解掌握一下。是。好。是。你了解一下，这个资料是跟你们拿的。只有15%的人，他有三年的教保员的教学经验，他在大学是念幼教的，学分都修过了，也有三年的教学现场的经验，结果他去做教学演示的时候，只有15%的人通过，可以变成幼教老师，是不是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好，你可以讲。跟委员报告，因为将来他们还要参加教师检定考试，对，还要考试嘛，所以基本上我想，幼教师跟教保员到目前为止，你们让教保员可以通过你们的设计，进修设计能够取得幼教师，现在有没有半个？从过去92年开办以来，其实本来这就是提供一个机会，到现在都还没有嘛？都还是会有人会通过，只是通过的比例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低，对，这就是争议所在的哦，这就是幼教老师跟这个教保员之间，还有很多在教学现场的业者、经营业者，还有很多反映的一个问题。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订立条例的时候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跟抉择。到底是要在法令把它定得非常严格、非常的这个不符合现实，可是呢，名为要提升幼教品质、学前教育，可事实上法令的精神到了，可是实际上我刚才举那两个例子。没有办法达成，是市长，你认为呢？跟委员报告，那个主要的部分就是教保的这个教保员的部分，在参加这个师资的这种职前专业课程，在这16学分之后，他是可以取得到这个教师资格的检定，对，可以参加，只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我就说，所以他还必须要透过检那个阶段才15%左右通过，提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他已经有三年的经验喽，他也甚至大学毕业喽，学分都修过喽。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去教学演示给你看，居然最后资格审查，他自己你的教学大纲，他的这个资格，只有15%，这119还是少数提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恶性循环下去，我觉得这个争议没完没了。就是说，我们虽然利益很好，我们把这个教保员跟幼教老师分流，可事实上，我们看到了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在幼托整合之后，我们在去年幼教法修法之后，我们上路的都是希望对幼儿的教育、对学前教育的品质有进一步的提升。可是，在整个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问题是形式上、法令上，我们准备提升，可是呢，教学现场上是没有的。是，所以我想，我刚才一开始提到公幼公托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未来的这个公幼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领头羊了。其实刚才很多人提到，包括公幼的部分要不要寒暑假，他的时间能不能配合家长，他以后这个怎么样子来做一个处理，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好好做一个规划。那至于法令的问题，我想等到教育部的版本出来，我们一定会好好再提出来讨论。谢谢。好，谢谢张廖委员，谢谢。我们接着请李立芬委员。由于高路委员跟本席交换那个质询，所以怕休息之后没有主席哦，所以我就在李立芬委员之后我质询，然后我们再休息10分钟。如果有人要去处理一些事情，可以先行离开一下，没关系，好吧？我们现在请李立芬委员。主席好，麻烦请林次长。李委好，次长好，是，次长，刚刚你在说明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说，我们行政院的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会是在7月送来立法院嘛？哈，那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委员质询，就是这个之前那个版本其实有一些各界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我们教育部是不是还是在充分跟各界来沟通。是的，我们6月份会再召开一次的会议，再广征大家意见。是，好，谢谢次长。好，那接下来我也是要关心那个公共的那个幼教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刚刚已经有很多委员，刚刚黄委员也提到说今年那个抽签率非常的低。那其实今年的夏天对家中有3岁的幼儿的家长来讲，应该是
更困难了。我不知道说次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事实上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那个公托的公那个公幼的一个抽签率啊，历年来都低了，因为过去我们的幼儿园主要都以私立来提供为主了。是。那今年的主要是因为农年的孩子要进入幼儿园，所以这个人数的部分又增加了，所以抽签率又降低了。对 对, 對，没错哈。其实不只是农年哈，其实是我们五岁的时候有百年那个百年的宝宝，然后四岁是有龙年的出生的宝宝，所以今年就是有很多的三岁幼儿他是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到我们公共的幼儿园去就学。那其实如果又加上我们现在公立幼儿园入学的顺序，次长知道吗？就是弱势啊，然后年龄，然后家中有兄姐的优先的话，其实如果再按照这样一个顺序下来的话，我们比较担心是接下来蛇年出生的宝宝可能也会有名额上的一些问题，因为前面的人数也很多了。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请我们教育部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时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来看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根据我们教育部的资料，在104年未满三岁读幼那个幼生的人数是32478人，可是我们在104年二到三岁的幼儿数，我不知道说次长你知道有多少人吗？那个两岁到三岁的，大概一个年龄层大概二十几万。对对，实际的数字就是237636人。好，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样的供给的比例看起来，其实三岁可以进来的比例只有13.67%。好，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低。那其实我在上周其实已经有质询过潘部长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学前教育如果没有有效来支持我们年轻父母愿意生养小孩的话，那无论是国教或是高教都会面临到教师递减以及学校关闭的困境。然后所以在这边呢，我刚刚有听到我们次长回复应该是柯委员，就是说到底那个比例以后的走向就希望是到4:6。那个非盈利的幼儿园是在107年有100间嘛。好，那其实我在上周就会希望说我们教育部是不是可以考量至少在非盈利幼儿园这个部分，因为在第一年我们已经目前超标嘛，因为本来20间现在27间。对，所以今年8月份会到达44。对，所以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了，那我们能不能去调高这个目标值？是，嘿，所以在这边还是很期待我们的教育部是不是还是能够更审慎去评估，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部分调高，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年轻的父母亲在幼儿教育这个部分能够更加的一个放心。跟委员报告一样，刚刚报告的，我们希望能够调高逐年调高这个公私比的部分，它包含了公立幼儿园，也包含了这个非盈利幼儿园，是公共化的这个部分。是是，所以我想增加公立幼儿园的招生数的部分是教育部的既定的政策。好，所以我们一方面会透过增加公立幼儿园，也会透过公立幼那个非盈利幼儿园的部分齐头并进来做努力。是，好好，谢谢次长。那再来就要请问再请问次长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知道目前0到2岁的托婴中心是卫福部主管，是的，对不 对, 对？然后教育部是2到6岁的幼儿园。好，那目前如果说他0到2岁幼儿园满2岁的时候，幼儿满2岁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马上读幼儿园？目前我们的了解是这样子啦，那个包含各县市有设公共托育中心和公共托婴中心的部分，虽然是在法规上面是2岁以前啦，但是因为衔接的方便，通常可以到2岁半甚至到3岁啦。没错，是的。就是说我们目前我这边有接到许多年轻的家长来反映，因为如果是读卫福部的公办民营的托婴中心这边的话，他满2岁的时候他就必须开始找教育部的幼儿园来就读，可是这边会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找不到，家长是找不到衔接就是学费比较便宜的公立幼儿园，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更便宜，因为如果去私校就真的很贵，所以他只好继续
留在原来的地方，那留在原来的地方就影响接下来进来的幼儿的一个权利嘛，好，这是一个现象。那第二个现象，其实刚刚次长又讲的，就是要衔接那个学年度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可能在满两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顺利的一个衔接，所以也造成家长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请我们教育部跟卫福部在整个衔接这部分能够去做一些协调，让这样的一个衔接能够更顺利一点。嗯，好，这个部分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刚刚委员建议的是不是跟卫福部再进一步协调？我想这个教育部也很乐意跟卫福部就这个部分再来做一些的沟通。第二个部分的话，在政策上面来讲，我们也鼓励跟包含各县市政府能够去增设两岁专班的。两岁专班的这个量能够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衔接，是。好，谢谢，好，谢谢次长，好，好，那接下来呢，我要针对另外一个议题哈，来请教哈，就是关于那个儿少上网安全的问题哈。对。好。不知道对不起，好。次长，你有听过网络原住民或是数位原住民这个词吗？嗯，知道上网的那个迷惘的问题是。OK，好，是，谢谢。其实我们现在大概是称呼这种在网络时代或是数位时代出生的小孩，我们都会称他就是网络原住民或是数位的原住民，因为网络已经成为这些儿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哈。那我想请问部长，就是说你知道目前社会上普遍关注的儿少上网安全有哪些问题吗？儿少上网安全的部分，对。包含了网络这个网络沉迷，还有网络的礼仪，还有网络交友，还有一些个资保护，或者是包含了著作权、诈骗等等相关的问题，是。好，谢谢次长，好，我们也可以来看这边我整理出来的，就是目前在关注儿少上网安全的这些团体，他们的相关的调查，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目前其实。有84.7%的儿童，他们拥有自己专属的上网工具，好，不是跟家长共有，是自己就有上网工具。第二个就是54.9%的儿童，他在8岁以前已经开始上网了。第三个是83.5%的儿童，在周间是天天上网，在假日是更高，有89.7%的人上网。好，那再来儿少他最常上网看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看影音，第二个是玩游戏，第三个就是在网络上社群网站聊天交朋友。好，那再来就是有34.1%的儿少他曾经使用3C接触3C产品，接触到色情、裸露、暴力、血腥，这个就是有害儿少身心的一个资讯。那另外呢，有更高达76%的儿少，他是有网络，在网络上是有被霸凌的经验。好，然后再来是交友的问题，也令人非常的担心。就是13.5%的儿童是曾经跟网友见面的。那再来就是7个儿少当中，有一个。就会有一个他因为上网他遇到了纠纷跟诈骗。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儿少上网安全的问题，是全国有70%以上的儿少家庭的家长是普遍来忧虑儿少的一个网络安全的哈。所以呢，在这边呢，我特别的注意到我们的教育部其实有订一个各级学校学生安全健康上网实施计划。那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要从学生、教师、学校跟家庭四方面来提升安全健康上网的一个教育。那在这个部分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民间团体做的调查是54.9%的儿童他在8岁以前他就开始上网了。可是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健康上网实施计划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要在国民中小学9年一贯课程，然后有订资讯教育的能力指标。那里面其实针对1、2年级，它并没有设定学习指标哦，它只有鼓励教师将资讯科技灵活运用于教学中。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比较担心的部分，它可能就形成了儿童上网安全教育的空窗期。因为你真正在讲上网安全的部分是从三年级才开始教，可是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儿童，其实他在一年级、二年，甚至在幼那个学龄前，好，其实就开始在上网了。那这样子有一个空窗期，所以我不知道说次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个儿少上网安全的教育往下延伸到一二年级来做？谢谢委员的一个提醒哈。那我想是不是能够将这个学生上网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安全的相关的一个资讯素养的这个部分呢、啊，是不是能够提前？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在进行在进一步的研议啦。那同时我想不仅是在学校教育里面呢、啊，因为包含了有些学前教育孩子的部分，可能更多是跟家长啊做一些互动，所以包含了亲子之间对于家长对爸爸妈妈这边的一个教育的部分，然后提醒父母亲去提醒孩子注意孩子的这种上网的一个行为，我想这个不也齐头并进来做一个处理。是，好，谢谢。好，所以在这边要请次长，就是不是我们在如果要往下延伸到一二年级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教育部应该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跟团体，我们一起来召开会议，然后来研拟这个这样的能力指标哈。那当然家长部分非常重要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会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做。那现在一年级新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到的比例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给家长相关的一个资讯还是一些课程，让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样子来守护自己的孩子上网安全。是，好，是，对，对于家长的在教育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强调这一个部分。是，好，谢谢李委员，谢谢市长。好，谢谢李委员，那你麻烦李委员帮我带个麦。好，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好，谢谢。谢谢主席、本会同仁、市长好，我们请市长。好，麻烦市长。陈伟哈，市长好，这一次这个教保法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补救，对于整个幼教体系，我大胆预测，没有几年之后会整个大崩解，因为我已经看到他的警讯，他很像我们整个医疗体系在健保实施之后，一个没有落实转诊制度，整个医疗体系就瞬间在几年之内全部垮掉。以前我们有四级的医疗，从诊所、地区医院、区医院到教学医院，每一个层级都撑起了整个台湾的医疗网。但是因为我们在转诊制度上面，我们不敢得罪民众，所以变成最后快速的，现在地区医院已经全部不见了，然后区医院也是在那边喘息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医疗品质并没有变好，然后我们虽然培训了非常多的护理师护士，但是职场留不住人，然后医院都变血汗医院。这个情形我跟您大胆预测，现在就会发生在我们幼教体系里面，但是没有人敢去面对它。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我自己是议员立委出身，每次有公立幼儿园类似这个需要招生的时候，很多家长明知道找我们没用，他还是希望我们去关说，他就是公开抽签，这是一个一极化。另外一个一极化是什么？我自己本身是私立体系出身的，我念静心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前虽然是要考试，但没有到现在荒谬到这种程度。最近我的母校一个中班一个缺，幼儿园的中班一个缺，几百人来竞争，希望找我这个杰出校友去关说，我怎么去说？但是这是一个荒谬到极点的事情。然后在桃园还有其他地区也有一些连锁幼儿园，你知道他经营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经营到他的学生的人数规模不输给一个小型的大学。这些极端的现象，我是提醒教育部，如果你们不注意这个发展，你只是为了讨好选民跟他讲说我满足你，我会零到六岁让整个公共托育化能够变成我的政见。我跟你讲，很多人等到孩子长大，他自己做了阿嬷，我跟你讲，公托政策还是没办法落实。
我们不能欺骗人家。但是你今天这个情况，就会让整个我们期待有公立幼儿园不再增加。现在公立幼儿园不够，我们就期待有非营利幼儿园出现。但是在另外一端，私立幼儿园好的走极端的强，另外大部分的现在在那边苟且残喘，希望呼一口气活下来。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正式面对。你公立幼儿园、非营利幼儿园再怎么样去增加，次长有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吗？4:4，但是4:6也没办法满足所有。你认为几年会达到4:6？大概我们预估大概4年左右时间。4年左右。对，次长，我跟你打赌，做不到了。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吴委员有提出来，不要骗人的了，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整个要营建一个公立幼儿体系的过程当中，私立幼儿园正在快速的也在瓦解当中，因为里面的幼教师、教保员，他觉得未来没有期望，他就会离开。所以现在产生了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很矛盾的。依照劳动部劳委会过去的资料，我们的幼教体系的学生毕业生算是就业情况数一数二的。如果就业情况非常好，怎么可能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美和科大儿童服务系关门，昆山大幼保系关门，世纪二专民国1997年的时候还有5273名学生，到2015年只剩下2157名的学生。然后我们招培的学生好的时候，一个系就有1000人以上，每班是50人以上，还在超爆。现在是一个系不到200个人，每班人数只有10几个人上下，很多高职体系以下的幼保科都已经停掉了。如果像劳动部这个就业端所讲的话，他的就业情况那么好，照理我们的培训端应该是非常热门，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有很多中南部偏乡原乡，招学生招不到，招老师招不到，招教保员招不到，10招9招都招不到。这个情况，都会区跟偏乡的落差，次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中间这一大段的，就是他没办法进到公立幼儿园的，没办法进入非营利幼儿园的，也不能进入私立名校的这一群广大的家长和孩子，教育部要有责任，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的能力到哪里。不然你如果不能够同时公司一起辅进来做的话，次长，我们这个幼教体系真的会，我大胆预言会快速崩解。次长，要以你在多年地方的第一线的经验，包括我们好几位在场的这些包括几位师长都有地方经验，彻底的真正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教保服务人员条例，我只能讲里面包括教保服务人员他们很希望的，包括任用啦、进修啦、借聘啦、禁止派遣空啦，甚至申诉，我们都给他达成了。但这不足以安定他们在现场，也不是所有的教保服务人员都能够像非营利幼儿园或像公立幼儿园可以拿到3.5、3.7万起跳，大概20000多而已啦。所以我跟市长讲，这个问题不是这次这个条例通过就可以解决，希望市长以你多年第一线的经验，好好彻底来解决，好不好？嗯，好，是。这是我因为这个法案还要再审，我就不多说。是，谢谢。但是我接着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体育署副署长来，我就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几天前发生在平林朔溪的这个事情。跟体育署有没有关系？我问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的问题的用意在哪里，对不对？副署长 okay, 好，跟您有关系吗？跟体育署有关系吗？这个是这样子，如果是纯水域活动的部分，活动本身它属于运动活动部分，我们当然是有定一个相关的管理规范的。如果谁在管理的？这场地的部分呢、啊？报这场地的部分不是体育署管理，是应该是属于县政府。来处理这那中央谁该管？中央如果是说交通部观光局是定一个水域游戏活动管理办法，它有规定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水域活动应该注意哪一些？哦啊，哪些是？副署长，我要跟你讲这句话，用意是说，一个机场的大淹水，很快速的就把董座总经理换掉了，一个平林的一个朔溪的，造成4死1失踪，然后还有一位受伤，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单位出来承担
为什么要请体育署副署长来？是因为您做了那个冤大头，真正该负责的单位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冒出头来说我该承担。水域油气管理办法它是依照观光发展条例锁定的，观光发展条例的主管机关在地方是直辖市或地方政府，在中央是谁？交通部。是交通部。依照观光发展条例锁定的水域油气管理办法里面，在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里面，包括滑水板、拖曳伞、香蕉船、独木舟、水上脚踏车，什么都有规范到了。但是您说溯溪可不可以规范？当然可以规范，在第三条同条的同项第三款，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水域游戏活动也应该纳入管理，对不对？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这么多冤魂，我们再也换不起他的生命。到今天为止交通部观光局没有出面来说这是我的责任，体育署到今天为止你还在默默承担。我要讲你默默承担，原因是说你默默承担代表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不会有人负责，对不对？跟你体育署有什么关系？副署我有没有讲错？有人说这是一个运动行为，所以要赶快请体育署。问题是他不归你体育署管吗？交通部可以那么快的把陶机的董座总经理换掉，就因为机场淹水还没有人伤亡哦。今天有人死了，到今天为止交通部还没有人出来跳了出来为这个事情负责。次长，你觉得你们背这一个无名锅，你背的冤枉吗？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部长也有打电话给那个交通部的那个部长还有相关同仁，也就希望教育部跟交通部啊，针对这个部分共同来研定一个合理的一个规范。如果今天不是我质询出来，大家都还以为这个事情跟体育署有关，你知道吗？人家地方政府只是很卑微的请求我们中央定一个溯溪不能够进行的一个时间而已。到今天为止，我们连个主管机关都不敢跳出来说这是我该负责。我今天是看到你来，我才觉得说，副署长、次长，你们应该非常强烈的跳出来抗议，跟交通部讲这不是我的事。而且依照现行法规，由水域油气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三款，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水域油气活动，他今天就可以公告，对不对？次长，你们太软了，太弱了，被人家欺负了都还站不出来。次长不行，你们下午体育署，你们跟交通部讲这个事情交通马上承担，明天就公告，依照水域油气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三款马上公告，可以吗？副署长可以吗？强硬一点好不好？好，我们会跟交通部来协调一下，看这个看怎么处理会比较快速。先抗议以后再协调，这本来就不是你的事，可以吗？怕什么？怕什么？我们会来努力，嘿，对对。再努力，好。最后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好，副长你请回，次长。最后我们谈到陆生，是。陆生这一次停止短期生的交流，你知道最后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伤害的是一个陆生来台湾的价值观的改变。过去陆生愿意来台湾，他认为来台湾的学习对他未来在大陆的发展是加分。未来陆生会认为，不管来台湾做正期生或是短期生，他会认为来台湾回大陆发展是负分。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政治形态的改变影响了两岸交流这么大，陆生未来不愿意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环境的氛围的改变。当他来台湾学习变成负分，回大陆去他被人家认为你可能在台湾会不会有什么样跟当地政府之间的互动。你知道单单这个吸引的引诱不能解开，陆生未来来台湾就是大幅的下降。不管大陆方面要不要禁止，我可以跟你讲，台湾的私立学校靠陆生活下来的未来真的很辛苦，真的要好好面对了，好不好？市长谢谢。是，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谢谢。
Thank you.
好，各位请就坐，各位请就坐。好，各位请就坐。好，我们现在请蒋乃兴委员质询。好，现场请保持安静，好吗？啊，主席有请次长。好，次长请。蒋委员好。市长好。是。我想二到六岁。对。是属于学前教育的年龄。是的。那我们学前教育的年龄的这个些孩子们，我们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一条路就是依照学前教育的精神订立的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是。幼照法。另外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补习及进修教育法。到底应该走哪一条路？基本上是走那个幼儿及教育照顾法了。那个这个部分的话，是家长跟孩子可以就选择的一个学前教育。那个补习班的部分，基本上它并不是正规教育。所以补习班来讲的话，从两岁以上都可以收。补习班，补习班的部分的话，在我们目前的补习班的相关规定里面，对于招生的年龄呢，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对吗？两岁以上都可以嘛？并没有明文规定，对不对？所以二到六岁在补习班来讲的话，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嘛。对，所以我们补习教育法来讲的话，我们制定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学龄前的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呢，但是如果是各县市政府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是尊重各县市政府的规定。那你觉得现在家长在学前教育来讲的话，是走幼照法的方式这条路多，还是走补习教育法的多？基本上我们的了解应该还是走那个幼照法的这个规定的部分，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的部分是比较多了。我想幼照法跟补习教育法基本的不同，老师来讲一定要是合格的老师，是补习班不需要嘛？不需要了，对不 对, 对孩童的使用的空间也不一样嘛，都有对不对？有一个规范，这个立法的目的也是不一样嘛。 是好，那我再想请教一下哈，是幼儿园可不可以教英文？幼儿园的部分的话，基本上目前的规范里面是针对幼儿的部分，基本上他的还是以这个身体律动、艺术才能跟活动跟实作的方式来这个进行了，所以基本上对幼儿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也是不鼓励单科的部分来进行这个英语的相关教学，但是他可以结合，所以是可以是不是啊？幼儿园是可以的，是不是？幼儿园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也是不能够进行这个全科或者是部分科目全日半日或者分科的外语教学，所以目前在幼儿园是不可以的。所以幼儿园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补习班是可以的。补习班的部分基本上也是不可以，也不能对，短期补习班的部分基本上也对，对，单科他基本上虽然是补习班是可以用单科的方式来教学哈。但是基本上它的部分基本上还是用那个统合的一个包含的用活动的方式，或者是包含的像一些融入术的式的方式，结合音乐跟律动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基本上并不是单独针对英语来进行这个教学的工作。好，那教育部对于幼儿园来讲不能教英文的态度会不会修正，会不会改变？因为我查了你们幼儿园的这种幼儿学龄前幼儿英语教育政策缩帖，一个是93年的，是一个前提，两个坚持，三种主张，四项做法，是就是反对，是。然后呢，缩帖二，英语学得早，一定学得好吗？然后后面跟 no。幼儿阶段是学好英语的关键期吗？后面是一个 no。 上全美语幼稚园英语才学得好吗？后面也是一个 no。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一年的缩帖，因为上面没有打出日期，可是这个是二，刚刚讲的是一，所以一定是在93年以后嘛。那现在到了105年了，
那教育部的政策来讲，幼儿园可不可以学英语，可不可以教英语？是，跟党委员报告一下哈，目前刚才报告就是依照教育部的幼儿园教保服务实施的准则里面是规定的，幼儿园实施教保活动课程应该用统整的方式实施了，不能够采分科的方式进行，不得采全日、半日或分科之外语教学，所以呢，他不能采用这个外语的教学。如果那个幼儿园要提供给幼儿的接触外语的机会的话，基本上他是要采用统整的方式来实施哈。那它主要的部分就是，所以就是幼儿园不能有英语教英文这样教学，对，对不对？不可以有英语教学嘛？对，所以更不能聘外籍的英语老师嘛？基本上当然也不能聘合格的本国的英文老师来在幼儿园教书嘛。对，是的，对不对？是，所以幼儿园是有幼儿园的老师，但是他不是说以那个英语的老师到幼儿园。所以如果家长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英文的话，就要送到补习班去嘛。事实上在有部分的幼儿园里面的话，然后补习班又没有合格老师嘛。补习班又没有应有的空间设备嘛，安全消防的设备也不够嘛，跟幼儿园比根本就不能比嘛。对，那如果家长要学就是补习班，那教育部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去到补习班？如果家长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到补习班去念嘛，你就不要到幼儿园去念嘛。跟委员报告一下哈，纵使是在补习班里面哈，那么对于幼儿外语的学习的部分，基本上也不能够采用单科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就是不能必须用那个融入式的方式结合音乐律动来进行。所以它全部都是英文吧？对，你只要进了我这个补习班以后，就全部都是英文嘛，是，一直到你离开为止吧。那不是比单科还要好？对想要学英文的家长来讲，不是比单科还要好？外国老师，那我们的政策目标到底是什么？这边不鼓励大家，这边限制幼儿园不可以，那边鼓励大家去上补习班，那开一条路给补习班，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逻辑在哪里？我搞不懂啊，市长。对啊，你这个逻辑在哪里？因为学前教育不是强制的，是，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我教育部规定，合格的幼儿园，通通不可以教英文。那幼儿园的标准比补习班强太多了。像我们今天要审的这个相关的法令，也是规定。幼儿园的教保人员你要有什么样的资格？补习班有这种规定吗？既不合格老师也不是教保人员，如果你要想学英文你就走补习班，你不要走幼儿园，你这就开了一条大门嘛，开一条后路给人家嘛，那谁要照你的幼教法来做呢？没有人要照幼教法来做了。市长，你自己有没有上网去查过现在的补习班的广告到底有没有多少补习班是在打着幼儿园的名字在从事招生的？教育部有没有？对，部长、市长你自己有没有看过？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教育部，这些官员有没有去上网去查查看？我们有针对包含跟地方政府有针对那个补习班的部分会去进行这个联合的一个稽查，那教育部也有做一个规范啊，就是各县市政府必须每一年至少要去查查这个那个补习那个相关的部分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比例的要求。对，我这个问题是我是从郑瑞成部长开始咨询到现在的部长，是我每次咨询的时候多拿。当天网络上就可以看到的东西拿出来咨询，我今天还是一样可以拿到这么多东西，网络上马上就有啊，都是托儿所、幼儿园的，都是补习班的。
那为什么主管单位都不知道呢？推给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真的有落实在查吗？市长，你知道不知道？是。104年，一年查出多少家补习班打着幼儿园的名字招生的？查多少家？查出了多少家？没有这个相关数据，这个相关数据我们可能要再了解一下。是五家，一天只查五家，够吗？你觉得够吗？一年稽查3650几家幼儿园，只有五家是说他是打的幼儿园的招牌。可是我现在去上网，我们随时上网去查，都不止五家，全台湾的温州都不止五家。到底谁在稽查干嘛？谁在稽查？县市政府在稽查吗？教育部在做什么？我这个问题持续了六年了，还是这样。那如果今天说你容许补习班可以做幼儿园的工作，那你就开放嘛。如果你说幼儿园不可以教英文不好，那补习班就不可以嘛。你教育部总要有个定案在这边嘛。那如果补习班你真的是需要就短期补习进修教育，因为补习班分成三个嘛，一个补习，一个进修，一个是短期补习班，一个短期补习教育吧。补习是针对没有去念国中国小的人去补习的嘛，对不对？进修是高中以上的嘛。那学龄前怎么办？怎么处理？就去那个补习短期部，可是根本跟教育跟幼儿园一样，家长早上8点钟就送过去了，到了晚上几点钟才接，下了班才接。那中间怎么办？先用补习班的名义打着幼儿园的名字，然后呢就才艺班安亲班，然后一直到家长7、8点钟去接孩子们，就是这样子。早上棉被也抱过去，奶瓶也抱过去，然后中央也不管，地方也不管，一年才查5家。你到台北市马路上去看看，多少是打了补习班做幼儿园的工作？没有人检举啊，没有人去查，检举了也不去查，去查的时候就事先告诉人家呀，上课的老师就到厨房当厨工去了，等到查稽查的人员走开了以后，他又回到班上去当老师了，都有默契嘛。所以市长，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教育部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是你给我书面，是以后我们时间还会很长，还会慢慢讨论。啊，是。可是我希望对教育部针对问题好好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姜文，谢谢。好，我们接着请何新存委员。谢谢主席，大家好，我们请次长。次长请。哎，何委员好。次长是。刚刚我听了蒋委员的咨询哦，事实上哦，我就是那个家长。我们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套炸七，不要说8点，7点多就把小孩子连奶瓶、连棉被都抱上去了哈，抱到幼儿园了。那下班时间呢？民意代表没有什么下班时间啊，但是通常我先生啊，大概7点左右啊，6点半7点，再又去接小孩。礼拜五呢，就要把小孩子的棉被啦、什么东西啊，通通要收回来，因为呢，要整理嘛，要清洗。然后礼拜一套炸高个三回去哦。我想大部分的年轻的家长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为什么会跟蒋委员一样很关心，是在于我们政府的托育政策要怎么来制定。当我们在说少子化已经变得是国安问题的时候，我们政府除了鼓励生育，但是生了之后托育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我想大部分的年轻的家长关心的是政府可以提供我什么样的资源体系，而这个资源体系呢，是必须安全安心，是有品质保证的。我想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这个东西，而我们今天身为中央民意代表在这里质询，我们是希望代表一般的老百姓说出这样的心声，要教育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教保人员条例，我们前阵子修了幼照法，我们有很多很多相关的托育问题要去重视，但是呢，教育部的政策目标在哪里？刚刚你一直在讲政策目标在哪里，我刚刚听蒋委员跟其他委员的质询，光是一个幼儿园幼儿能不能学习英文外语这一件事情，到底我们的政策目标在哪里？那我们这个政策目标又是怎么样来下决定的？市长，你知道这个缘由吗？我真的很好奇耶。当我们不断的告诉国人说我们要培养人才，培育人才，然后人才要从小培养，那我们要有国际观也要从小培养，可是呢，在我们的法律里面，我们的政策目标里面又这么的模糊不清。刚刚蒋委员点出来的，其实一般老百姓真的搞不清楚，到底现行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托园所里面，它是适用幼照法的相关规范，还是补习班的相关规范，不清楚。因为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要孩子好，我们只知道要孩子好，可是所有的相关规范、所有的政策目标、所有具体的一个执行，是中央跟地方要合力来做的。所以我再回到这个整个这么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问题核心，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如何来形塑成，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政策的制定、我们现在法令的制定，造成这样子的模糊空间。市长，简短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幼儿园的部分是依照幼儿照法的相关规定的，所以不是啦，市长，我现在就跟你讲嘛。但是我要报告，这个政策跟法令的制定都是 后端嘛，前端一定有一个政策目标嘛。我现在问的是你这个政策的目标是怎么样形塑来的嘛？我今天会这么讲，是在于我发现你们教育部啊，或者是其他我们政府各部门啊，大家都本位主义，各行其事啊。你今天在我听你在回答其他委员啊。来，幼儿园就是这个业务范围里面，所以是幼照法。那补习班呢，是这个管理的规范是这个范围里面。但是现实的状况里面，就如同其他委员所关心的，我一般老百姓，我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把孩子送到的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幼托园所，或者是补习班 ，anyway 啦，我们期待的就是一个安全、安心、有教学品质，有政府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哦，我觉得这个是我抛一个很大的问题给你啦。是。那你除了给蒋委员这样子的一个简短的报告，我也希望，我真的希望是我们教委会的其他委员都能够知道说，到底我们整个托育政策里面的政策目标在哪里？你们对这个所谓的幼托园所，对于短期的补习班，对于其他这个学龄前，因为学龄前的这个相关的业务都在您手上，我们有没有跟其他部会好好去沟通，去完整一个托育政策，让现在的年轻家庭、年轻的爸爸妈妈安全安心，是有教学品质保证的。是，市长，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当然我们定哈，在立法院这边通过的幼照法，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幼教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品质嘛，所以目前大概朝这个方面做一个努力。那至于刚刚蒋委员所提到的哈，依照我们补习班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的话，补习班是不能够设置幼儿园的
啊，所以如果是有补习班设置幼儿园，它是违反相关规定的。那目前大概有涉及到补习班有设幼儿园，大概有37个园所。市长，实务的状况里面是他们各自都合法的申请啊，他们也符合法令的规定啊。他既有短期补习班，他也有合法设立的幼儿园啊。那个合法幼儿园，那基本上我觉得只要他们是合法申请，那也遵守法令的一个规范。对。我们有查出错误的。对。不行吗？是。有那个补习班的部分，基本上它是不能够经营幼儿园的，是。那里面有涉及到有问题的，有37个，已经有辅导改善有33家。你去了解实务状况，了解清楚啦。是。补习班不能经营幼儿园啦，但是它同时在这个场域里面，它可以部分是补习班设置合法设置啦。这个场域里面，它也合法的去申请幼儿园啦，它也是按照政府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来申请啦。我今天是希望说。我们教育部在制定相关的法令的时候，还有制度的时候，可以真正的实际了解实务面，好好的能够落实啊，不要只是打高空啊，是，不要告诉我这个本位，这个是这个区块，这个是这个区块，那事实上对家长一般老百姓来讲，我不管你是遵循幼照法还是遵循补习班啊。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啊，年轻的爸爸妈妈要求是政府给我一个，不管你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你就是告诉我这个场域对小孩子来讲，在他这个年龄层里面，他是安全安心，他是有教学品质保障的，是不是？对对对，小老百姓的希望对政府的信赖就在这里而已，不是吗？我只是希望说，我们不会在制定政策跟法令的一个。这个修正案的时候，都真的能够落实脚踏实地来看啊，不要以上位或者是以某个区域的一个观点来看全台湾啊，来看每个阶层啊，包括幼托园所，包括补习班，通通大大小小规模不一，样态也不一。我只是希望说，真的好好的去检讨、哦，这第一个哦。第二个、哦，我刚刚还是要再请问一下次长哦，我很纳闷哦，刚刚你们回答那个。陈昭伟的时候，有关这个新北市这个平林溯溪发生的这样子一个意外哦，我还是听得很模糊。陈委员告诉我是交通部的权责，可是呢，我又看到我们体育署、教育部又发出新闻稿，还把这个责任揽起来说，哎，我下周你们是昨天的哦，我下周呢要火速的来修改规范。然后呢？希望针对你们还写得很清楚哦，要针对溯溪等特殊性活动，尽速呢邀集相关的机关、地方政府跟体育团体来讨论。然后你还跟我们讲什么？国民体育法里面啊，你们还要提修正条文，内容也要更明确的厘清楚中央跟地方依权责定个别的规范。哎，你敢讲啊？这清楚。结果陈委员刚刚跟你讲说，这是交通部的一个权责，你又回答得不清不楚。我再给你机会，你到底告诉我，这到底是谁的权责？委员好，感谢主席还有委员的关心哈。这个案子是这样，我们希望说各部会哈能够共同来合作了哈。那我们站在这样立场上，我们希望说我们来主动来邀集各相关单位。把定相关法规把定清楚一点，然后权责把它划分清楚，好让民众在使用上安全上能够顾及到。可是你已经在新闻稿说，你甚至在国民体育法里面要修法要提案呢，那表示说溯溪这个所谓的特殊性活动权责在你呀、啊。那如果你还搞不清楚权责是谁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在昨天火速的发出新闻稿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好吧，你说下周要邀请，那我请问一下，好吧，就当做你勇于承担好了，勇于认识好了啦，哈，你跳出来打这个责任啦，那你下周你要邀什么相关单位？大概，交通部公安局一定要邀请的啦，哈，然后县市单位、县市政府一定要邀请，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也要邀请他们过来讨论这样子，对。下周讨论，那什么时间启程？要讨论出一个版本草案出来。那还有你要说的，你说你要修的国民体育法又是修什么？我觉得你要清清楚楚讲清楚，勇于认识很好啊，你愿意承担啊。虽然陈昭伟说这是交通部的事啊，但是你教育部愿意跳出来要做，哎，我也给你肯定，给你鼓掌。但是要走对的方向啊，要
厘清楚啊。对。然后包括该相关修订的法是有哪些法，你通通要搞清楚啊。对，有关那个专业人员的培训部分哈，那我们大概是在国民体育法里面会定出相关规范来，把这个溯溪的这个专业人员的养成过程哈，我们希望说能够制度化来做。可是我这样又越听越模糊了。溯溪的专业人员的培训，你要把它列入在国民体育法，那就表示这个就是你体育署的事情了啊。如果是说一些专业人员运动专业的培训，那刚刚陈昭伟问你说这个溯溪是交通部的权责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反驳陈昭伟呢？因为随园区活动管理办法，就陈昭伟谈到，就是说那个观光条例第36条规定是交通部的权责是没有错，他定了相关规范，他包括哪些事。那你有没有去看过交通部的那个相关规范？有。好，那跟你有没有关系？那跟这一次的溯溪事件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谈清楚嘛，不要不清不楚啊。对，因为它很多面向，你知道，如果是专业人员的养成部分哦，体育专业人员养成部分，我们会来努力的。所以你认定溯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喽？是一个人才，一个专业人员部分啦。他的他，比如说他是一个。哇，副署长，你越讲越模糊不清啦。这个专业人员，你跟我说要的培训要在国民体育法里面修法，那我问你嘛，那这个专业人员呢，他是要带人家去溯溪的嘛？那溯溪是不是体育项目？你要跟我回答的不清不楚。对，类似这个很多专任教练、或裁判教练的养成部分，确实是在体育。可是我们现行的很多的专业人员跟专业的裁判教练等等，都是由这个体育的单项才有后续的培训啊，跟认定啊。对，没错。那如果前提溯溪不是体育项目的话，你怎么去培训呢？我觉得我是给你机会啊，你要讲清楚啊！啊，我现在给你练习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是希望你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问交通部啊，到底谁才是这一次溯溪事件的应该第一个，我们该检讨负责的部会；第二个，事情发生，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改进、修法、防范措施，跟还有专业的一个刚刚讲的人员的培训跟要求跟规范嘛？那地方政府仰赖是你中央政府嘛？如果你连你中央政府你都不清不楚，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你一定要怎么样叫地方政府去执行呢？我今天不是为了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各县市政府都在看，都在等。我再给你，昭伟，再给他一点点时间，让他讲清楚，好不好？难得讲的这么好。昭伟，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OK， 好，感谢委员关心啊，大概分切几块了哈。如果说法规部分，属于游戏活动管理办法，这个是由交通部公安局他去定，好，这个。第一个部分，那有关场域的管理部分，也是在这个学游游戏活动管理办法里面去定。但如果针对专业人员的养成、裁判教练，因为他是溯溪协会，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民团体，那有关运动团体部分，我们大概是会做简单的规范。啊，针对安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学安全的部分，我们已经有定一个安全原则。不是啦，副署长，我觉得我刚才俄勒理工你既然勇于认识，愿意跳出来来协调各部会跟相关单位，那你今天就告诉我你要怎么去把这个溯溪定为是你的体育项目嘛？你如果愿意这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溯溪这个所谓的特殊性的活动，未来是我们的体育项目，你告诉我要在国民体育法里面修法，去要求相关的专业安全的规范，还有专业人员及专业的教练的培训。要入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要讲清楚啊。对对。结果你回答不出来。OK， 好，谢谢委员，我们会来。你给我一个详尽的报告啦。Okay， 我们希望针对这个东西，不管是谁啊，不管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了哈，事情发生了这么遗憾，但是总是我们要进步啊。对，没错。所以拜托，拜托，拜托。我们会把资料整理好，谢谢。没有了，待会儿这个质询完以后，我还要再3分钟再质询。你赶快想好怎么答案。
可以啊，这个质询完以后是可以，委员可以继续再质询的，是没问题的。只是他答得不清楚了。好，谢谢市长。那个何委员讲的都非常好，每一次都很好，不止这一次，好吧？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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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讲得很好，今天讲得特别好，好，都很好。来，我们请高路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次长。来，次长请。是高路委员好。是次长好。有关于教保服务人员的这个教保员的部分哦。对。在幼教法施行前有一个落日条款，对不对？那就是可以依照师资培育法的24条，在105年的5月20号以前担任教保员的，可以而且继续任职的，可以取得幼教师的这个资格。对。那教育部也在104年的这一份有关于就是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的草案当中第17条也开了一个管道，就是让不符合这个落日条款的教保员可以取得参与职前教育的资格，而取得幼教师的这个证照的机会。但是呢，在这里面的17条，这里有提到，就是说必须工作满3年，好才可以。有三年的这个限制，那请问一下，绑定3年的这个限制考量的是什么？好，那跟委员报告，当时在17条里面，就是说依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以后，教保员的教师的培育其实分为在职跟职前。那在职的部分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有具有一定的年资之后，有一定的经验才走入他从教保员要往教师的路来走。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做这样子的规范，其实对于职前培育的部分来讲，它其实不尽公平，因为它其实在职跟职前来讲，确实在整个培育制度上也有它的一个差别性。在职就是有正在工作嘛，可是三年的合理性是什么？再来，这个可以等一下可以一并回答。再来就是说，这个有关3年，他的年资是说他的3年是包含我今天在高雄1年，台北2年，这样子的话，他年资是可以累计的吗？还是说在同一个职场上，他必须要在同一个职场上3年呢？跟委员报告，就是如果以3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累计的，因为在我目前来讲，有教保资讯网对于员跟员之间转换的时候，对他年资都有充分的了解。好，那请问一下，3年的这个，请问定3年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基础是什么？3年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是也经过一定的跟学界来进行讨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以一般管道来讲，在幼托整合前，其实在职它是有落日期限，也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以前入到幼儿园上班的人才有在职进修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但是在我们教保人员条例之后，其实它开通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以后没有所谓落日的这个期限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教保人员条例过之后，那所有这些教保员，他以前是用教保系科进来的这些伙伴，那他经过一定年限服务之后，他可以有在人生进路上面可以选择他要往教师这条路走。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年限的规范来讲，我们讲说在职专班，他其实在相关的规范里面包含后面抵实习等等，都有给他一定的一个比较符合他在职的这个精神去做处理。那如果我们在整个后面实习都给他一些例外的处理的时候，那我们又不去规定一定的年限，对于在职的对于职前的学生来讲，他未必公平啦。那当然3年是经过跟现场的这些幼教伙伴，他们也认为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再往教师的路走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而且这年限其实它并不是太长。可能在这个教保团体的这个部分哦，内部可能资讯不是很有共识啦，不然怎么会有教保团体也会认为就是说这个3年的绑定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毕竟这3年的薪资上福利都可能是不如一般的幼教师。而且呢，到现在目前为止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制度上幼教师跟教保员的待遇跟权益仍然是不尽相同，也不太平等哦。请问一下教育部对针对这样的看法是什么？
那跟委员在报告，如果说是私立的幼儿园部分，因为他是走劳基法了，那他目前其实只要没有违反劳动部这边的最低薪资，其实没有违反规定。不过教育部在引导私立幼儿园走向比较好的这个待遇福利部分，我目前定了一个补助要点。那如果私立的幼儿园他提供友善的职场，当然包含有关薪资的部分，那教育部部分会给予部分的一个经费补助。那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引导，所以目前在非营利幼儿园部分，我们其实也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薪资，那也希望让这些教保服务人员他留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以上这样是有强制力吗？请问一下你们刚刚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跟建议，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如果强制力的部分，它应该是在法的层面。那法的层面，其实私立的部分它是一劳基法，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它没有违反最低薪资，其实它是没有违反法令规定的。但是就是说那个部分，毕竟大家认为还是太低了，不能够去吸引比较优质的教保员。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才流失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嘛。那以教育部的立场，是不是希望这样的教保员都能够就是朝教幼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走呢？应该是说，如果以薪资的部分来看的话，我们第一个是鼓励私立园提供友善环境的部分，它应该有一个引导的作用。那另外一个是在非营利的部分，因为它其实也是私立的，只是由政府跟非营利团体共同来合作来处理的。所以我们如果来加强办理非营利幼儿园，又给予它一定合理的薪资的话，我想这两个机制的搭配，对于我们年轻的这些教保服务人员在职场，它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跟工作稳定的这个效果。是，那我接下来再问一下有关进修课程的部分哦。如果说现在教保员他已经进修修过32个学分，然后呢，但是他只要再修其他的教育专业的课程16个学分，可是目前来讲，其实在幼儿园的工作量已经非常大了。请问一下，教育部对于这个进修的方式或是课程的负荷量，能不能再去研议这以及调整这个进修的课程呢？现在我们现在的开课的时间，包含了假日跟包含了晚上都有开设这样，还有线上的课程也都有开。线上的课程是不是？好，那对于就是有关于迁调的问题，其实应该也有委员有在提问，但是在于执行面的部分，能不能再更详尽的说明呢？在执行面的部分呢，因为迁调的部分，事实上依照目前的政府里面包含的月聘雇跟。包含了这种所谓契约禁用的人员，是目前是没有所谓迁调的规定的。不过呢，因为县市政府啦，还有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的。那我们也调查过，包含了各县市政府哈，他们也有说，是不是这种迁调的部分是我们也觉得是应该有需要了，但只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迁调？那请问一下，你们如果做出这样的一个研议，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报告提供给本席呢？目前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大概会比较。县市里面大概比较多是希望比较像公务人员的这样迁调的这种方式的，是。那我们未来会朝这个方向，在执法上面去做一个定定。我要教育部给我一个时程，对，然后提出一份报告。对。对，好，那目前大概如果说教保我们的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过了之后，他的授权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有取得这个依据之后，那半年内一定会把这个部分定出来。好，那接下来要问的是有关于原住民教育的问题哦。在这一份报告里面，请问一下，协助原住民及教保人员的培育跟进修，取得幼教资格的部分在哪里呢？这个部分基本上是不分原住民跟那个，是完全是一起适用。如果不分的话，请问一下，教育部有了解原住民幼教的需要吗？因为在目前幼教老师数量如果不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去针对原住民族地区的一个不管是托幼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需求？请问一下，我们只是针对一般，还是说因为不管是语言，不管是文化，其实在学前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难道在小朋友在学前的部分，还是要让他就学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吗？针对在幼儿园里面呢、如果是那个是属于那个重点的那个原住民的幼儿园呢、或者是有达到一定人数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同学生的话，那基本上是可以在幼儿园里面开设相关母语的。这个包含对，我要知道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幼保人员的这样一个师资的培育，请问一下教育部有计划有规划吗？
既然我们都知道有重点学校，然后也有一定比例，其实这个数据你们都非常的清楚了。目前幼儿园的部分倒没有针特别针对原住民的这个师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培育了。不过是不是未来在幼儿园的部分是要针对原住民的这个师资的部分来进行这个职前培育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进一步来研议的。那请教育部这边去调查原住民幼教的需求，然后协助原住民籍的幼保人员取得正式幼教资格的训练的时候，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是。好，再来我要问一下，就是有关于原住民族教育法的25条，有关这是师资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对不对？三分之一。原住民族教育法25条，那请问一下，这个25条的规定有包含幼教师吗？应该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是包含的是各级学校的部分哈，所以幼儿园学前教育它不是属于学校。它不是属于学校。对对对，它是适用幼儿教育照顾法。那这个在102年的时候，原民会曾经有出文要在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政策会提出说，可不可以？修改这样的一个规定，让各小学的附设幼儿园的教保服务人员也能纳入这个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不然的话，请问一下你们怎么去落实？到目前为止，各个原乡地区的重点学校都没有办法符合三分之一的比例。因为这个里面可能在执行上细节的部分可能要在这厘清了，因为包含了我们小学以上大概有所谓的那个原住民重点学校了。但是在幼儿园的部分大概都是由各县市政府去定，所以比较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明确了。那当然对于原住民地区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是不是达到一定的那个原住民学生人数的这个幼儿园的部分，是不是在这个幼儿园的师资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比照各级学校的部分有这个人数比例的这样的限制，当然一个涉及到法律修正的问题啦。第二个的部分，如果法律修正，我们也可能要去进行这个评估了，也去做一个研议，不然的话，现在以这个三分之一都没有办法达成，现在已经有其他的老师对于就是没有办这个三分之一的比例，反而去质疑我们原住民教师不足、品质不佳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昨天刚好就有接到这样的一个陈情，那他要求希望说在25条能够重新思考，可是我认为不是这个比例的问题，而是整个其他外部的因素，教育部反而是充耳不闻啊。请问一下那个这个部分，我们要符合三分之一的比例的这个部分，教育部有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事实上不仅是幼儿园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各级学校，虽然在原住民教育法里面有规定这样的比例事实上在我们现场执行上面确实也有些自爱难行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是这个部分还要扩及到幼儿园可能在执行面的部分，我们都必须做一些审慎的评估，或者定了以后大概也没办法来这个执行但是刚刚提到，就针对原住民地区它的部落里面的这个幼儿园的部分，我就觉得这个不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些研议的。那我想这个必须要更细致的去做一些分析。好，那麻烦就是尽快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跟数据，谢谢。是，好，谢谢高露委员，谢谢。好，那主席、各位与会的先进委员、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媒体的记者女士先生、工作同仁，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次长。来，次长时间宝贵，我就不客套问了。其实延续刚刚高露仪用委员的部分，我帮教育部提供一个思维因为我们屏东县也是遇到了原住民重点学校原住民籍师资能不能在105年，就是在几年后要符合25条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规定。那我告诉给教育部的在台北的主政的官员了解一下。其实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招聘到原住民族师资不管是在国中小还是学前教育，问题都是在于它的人口比例。如果依照常态分配，如果是5%，人口占5%，我录取100个合格的教师，录取了，我大概会录取到5个嘛。如果是常态分配，但是一般我们地方政府呢在办教甄，没有哪一次可以招考可以录取100个的，大概录取个10个就很偷笑了，10个里面。不能保证会有常态分布一个
原住民的教师。换言之，今天不是原住民教师他在考试的竞争力上不如其他的族群，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族群少数的常态分配之下，你要在有限的教职名额当中录用到原住民族教师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在国小教甄的时候，我们办了，我参与的大概就七八年，几乎没有办法录用到一个原住民族教师。但是幼儿园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幼儿园有叫教保员，那教保员在办理的时候呢，他就不是针对限制合格教师来办理教甄。所以呢，感谢教育部那时候补助我们公幼在偏乡有一个原教保员，我们在办原教保员，他是用劳基法聘用，在招考的时候，我们反而容易考到具有原住民背景的教保员，他就成为我们屏东县原住民幼儿教育当中传递母语文化非常重要的师资。因为我们目前的公幼，我们屏东县的公幼要有原住民的幼教老师很难，你要目前非原住民族的幼教老师能够学习到原住民族语去进行他的文化传承，几乎不可能。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录取原住民身份背景的原住民族的幼儿教师或者是 幼保员、教保员。所以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思考到目前我们教育部的整个规定，对于原住民不管是公费生或是原保生这相关的配套，因为你们都是用全国一区来思考，但是如果你们能用地方特考的精神，能够以地方为区域，地方培训、地方考试、地方禁用，就不会造成说我们地方这种不太想去申请或报考这个原住民族公费生，因为来的族会不同族，因为你们以全国为一个考区。这个部分我已经跟张市长谈过好几次，请一定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还是针对幼儿教育的问题，延续高路一用的委员，目前反而是那个原住民在部落互助式的教保服务能够提供给我们原乡原住民幼儿的进变性。因为我们公幼非常有限，原住民地区的公立国小我们本身也不多，反而有些地方我们公幼不够，还要透过我们的这个部落互助式的教保服务。那个这个时候呢，教育部跟原民会的配合就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呢，也要公开的肯定我们许组长啊，在上次跟原民会的协调会当中，有帮我们协助处理这个部分。目前全台湾，目前为止是屏东县有五个原住民互助式的教保，但是呢，我们希望其他有原住民的县市，教育部希望积极的跟原民会持续的去推动。那么这里面的当中呢，我还是要提的呢，是待会在临时提案也会提到，我先让教育部先做研议哈。我之前也做过预告，就是关于幼儿教育券。这时候，次长那时候您已经在教育部服务了吗？在没有，还没有。那时候在新北市。好，民国九十八年之前我大概有屏东地区来说明我们幼儿教育券产生什么样的对私立幼儿园冲击。大概在民国九十八年之前呢，我们幼儿园的学费上下学期一学期大概学费是10000块，一个月的月费大概3到4千，平均家长的负担大概5到6千，摊平来算，因为六个月嘛。那么幼儿教育券呢，我们是补助15000。所以幼儿教育券设立之后呢，所有的私幼他如果不把学费调高到15000，他就等于领不到全部，所以大家毫无例外的都把学费提到15000。但是呢，月费有没有调降？没有，月费呢他还是维持5到6千。那么这样听起来你觉得说，学费本来收10000，月费是收3到4千，我政府补助了家长15000之后，为什么你们私幼你们的学费也没有学费调高，它是必然的，它配合你的政策规划，但是月费为什么没有降低还反而升呢？很简单，因为市场自由市场法则，本来家长一个月他就可以承受5到6千的支出，现在学费15000是政府帮他出了，家长会想，那我每个月本来就要负担的5、6千块，我就交给私立幼儿园当作月费，这样子市长了解了没有？所以其实我们的幼儿教育券本来是要减轻家长的负担，但是在实施初期呢，它其实让整个幼儿私立幼儿园的收费呢，它往上就顺势的多收了15000。那多收这15000，并不是说一定是不对，因为呢，某个程度上，我们教育部因为透过这个幼儿教育券的发放，我们就更加强制的介入了私立幼儿园的监督跟管理，包括它的费率，在我们幼儿照顾法当中也规定了要送地方政府，它的收费标准、收费项目都要经过备查后要事先公告，这也稳定了私立幼儿园混乱的市场收费机制。我这里也肯定了教育部的做法，但是
这一个短期间内，因为我们的幼儿教育的供给，公幼占三成，私幼占七成。如果我们国民义务教育往前延伸，政府要去补足这七成由私幼提供的缺口，政府要支出多少的教师的培育、场地的征收，这个跟当年办九年国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政府没有拿那么多钱，政府用一部分的钱，幼儿教育券，就实质上把所有的私幼收编了。因为一旦他收了孩子是领我们15000的幼儿教育券，他就纳入了我们的管理，费率也接受我们地方政府的管制，所以无形中呢，等于现在市场上只要是接受幼儿教育券的私幼，他就等同于我们公办民营的幼儿园，有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上有他的贡献，但是现在98年到现在7年过去了，这几年来物价也调高了，人事费也成长了。现在幼儿园收的学费15000，月费5000到6000，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暴利空间，甚至连薄利都没有。但是我们发现，为什么家长喜欢送到公幼？公幼的场地宽，教师的薪水待遇高，素质高。私幼的幼儿园，他的经营有限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在人事费上去满足跟比照公幼的水准，这就是公部门资源当中的差异。所以我们政府要求说，公幼要优先提供给弱势家庭，这个我也肯定。另外，教育部最近也提供了非盈利的幼儿园的这样的概念，也是鼓励呢非盈利组织他来提供幼儿的照顾服务。但是有一个盲点，因为非盈利的组织他多半在都会地区，要家长能够接受非盈利提供的服务，他要有相当大的市场人口。换言之，在都会地区，台北、台中、高雄，非盈利幼儿园容易找到他足够的招生人数，但是在乡下呢，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再一次的，我们乡下又遭受到这种福利或服务进变性的差别待遇，乡下没有人去设私幼，乡下也没有人去设非盈利，因为很难以生存。所以在这里，我希望教育部呢要采取一个措施。目前我们还是积极的肯定教育部要持续的推动非盈利幼儿园，可能能够做的、能够存活的还是在都会地区。那非都会地区怎么办？非都会地区可不可以请教育部好好的考虑一下？如果我是弱势家庭，我没有公幼可念，但是呢，我附近呢有私幼，那我想去念非盈利幼儿园，远在都会，我没有的选择，我知道选择私幼，那么可不可以请教育部对于这样的弱势家庭的家长，他的幼儿要去念，比照念非盈利幼儿园的标准去补助那个差额？换言之，可能私幼的收费较高，非盈利幼儿园的收费较低，大概7000块。哦，大概是7000块，差了个3000块左右。那我没有办法去念7000块的非盈利幼儿园，我损失了嘛？因为政府你没有办法普及到每个地方嘛，提供进变式的托育服务嘛。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提供？如果我去念附近评鉴合格的私幼，他可能是收10000块，这3000块的差距由我们政府这边来给予补助。市长，你愿不愿意请我们许组长，请我们国签署好好的评估研究一下？谢谢钟委员。我想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评估了，因为这个涉及到政策跟整个经费了，这个部分我们来进行评估哈。不过刚刚委员提到的，包含了偏乡的这个幼儿进到幼儿园的这个部分呢，据我的了解了，但因为偏乡的部分如果设公立幼儿园，目前都是多数了，都属于招不足的这种情况，所以他要偏乡的幼儿园基本上是有机会的。所以你必须把弱势家庭界定清楚了。弱势家庭是不是都有非盈利幼儿园跟公幼可以进变选择？他如果进变性上没有办法满足，你就强迫他去念比较高的私幼，这个差额请教育部一定要慎重评估，好不好？好，我来评估。是。那这一点呢，就请教育部也思考到幼儿教育院已经8年了，该是面对调整的时候。我怎么说是面对调整的时候？因为目前呢，私立幼儿园呢，它的费率啊是要经过我们公部门经过一个审查的，他要送来备查的。那么现在私立幼儿园越到非盈利幼儿园，它有一个竞争差异在哪里呢？假设这个地区有10家私立幼儿园，已经进入了平衡了，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均衡状态。现在有一个非盈利幼儿园进来，它一定是拉了一些学生走。那么本来你想说，那10家已经饱和，进来1家，那最多私幼就是倒1家。市长没有关系，我们要问许组长哈，你大概仔细听一下就可以了。简单讲呢，现在私幼的竞争，他们也知道。在都会地区，如果已经是红海的一个市场，大家进来都已经饱和了，你非盈利幼儿园进来，有助于谁？有助于家长，因为他提供比较低的收费，教师也很优质，我都承认。
但是呢，问题是这个非盈利进来之后，影响的不是只有一家要倒哦。譬如说我一家进来排挤掉一家，不是，因为每一家大概水位都在这里，每一家都少四五个学生，吸到那个非盈利幼儿园的时候，每一家都经营不下去。所以目前私幼呢，他遇到的情况是说，虽然在幼儿教育券发放的当年，他们得到了一个经费市场整体收入的提高，但这几年已经把这些都吃掉了，接下来他们的费率也不敢涨，几乎不敢涨，因为地方政府都在审查。所以呢，当未来非盈利幼儿园在加入之后，一定有很多私幼他被迫要退出市场。在退出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幼儿教育法也是规定，他是以财团法人董事会的方式来成立，这些的退场机制，我觉得一样会跟我们之前在讨论私立学校的时候有遇到同样的状况，同样的状况，因为他经营不下去。好，那么这个经营不下去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们教育部的错，也不是非盈利幼儿园的错，而是因为目前少子化的结果，市场饱和的情况之下，你多一个服务进来，就有人要离开，请教育部也尽早研议，好不好？是，好，谢谢钟委。我也稍微报告一下哈，针对这个各县市政府办的非盈利幼儿园的部分呢，我们也鼓励私立学校私立幼儿园也可以来这个参与，或者是有些私立幼儿园也可以转型变为非盈利幼儿园，也可以提出这个申请。以上报告，谢谢。是，谢谢，好，我们谢谢钟嘉宾委员，我们肖美琴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不在，请江启成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不在，请李燕秀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不在，请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黄秀芳委员不在，请赖瑞荣委员不在，请蔡义宇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吴坤玉委员不在，请徐真卫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不在。有没有委员要第二次质询的？没有，我要质询哦。我三分钟就好，不然我主席台讲关键就好了。简单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就很简单了。登山有登山指导员、登山教练、体育署管，什么天气可以进去登山？登山出现什么问题，谁来救？该不该归体育署管？当然不乖嘛，不就不归你们管嘛。你们昨天还发了一个新闻稿，说有关户外河川溪谷攀登之溯溪活动管理，系以场地域主管机关之法令为依规，体育署对户外河川溪谷攀登活动场域并无直接管辖权，溯溪活动应依场地域主管机关之法令相关规定办理。这个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就是我讲的水域油气管理办法作为它的一个依据嘛。所以我跟你讲说，你要培训溯溪人员，依照国民体育法是对的，但是什么时候有安全的疑虑，根本跟体育署无关。你懒着干什么？你赶快把那个足球排名往上拉才是你的事情，好不好？该担的担，不该担不该担，好不好？爱之深，责之切，我是帮你卸责，卸下不该担的责，好不好？我讲完了，可以吗？好，谢谢啊。好了，接着，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高金素梅委员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包括钟嘉宾委员刚刚提到的那个三个月要提交的那个报告，为什么没有出来？好不好？这个有预期的，赶快去做答复。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报告委员会，现在由委员提出临时提案，共计两案，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教育部自103年公告推动非盈利幼儿园实施方案104年度达成率 140%， 成绩斐然。
但各县市政府配合度不一，达成率至0%至300%皆有，绩效落差悬殊。为提高幼儿托育公共化，扩大公司协力模式，全力推动非营利幼儿园，正请教育部办理以下事项：一、研议上修非营利幼儿园的四年计划目标值，可由100所增至130所；二、逐年增加预算编列补助非营利幼儿园，投资幼教公共化潜力股；三、诊断各县市资源差异，辅导绩效落后之地方政府设立非营利幼儿园；四、鼓励各县市国中小校园优先使用活化闲置空间以设立非营利幼儿园；五、于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办理非营利幼儿园作为要点中，增列补助学校场地主管协助办理非营利幼儿园之业务费及人事费；六、偏远地区弱势家庭无临近非营利幼儿园可供幼就读时，可选择就读临近评鉴合格之私立幼儿园，并由政府补助差额已不超过对临近非营利幼儿园之补助为限，其就学资格范围认定及补助金额由主管机关制定之。提案人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何新存、陈学胜、蒋乃新、钟嘉宾。请问提案委员有没有补充说明？好像教育部有一点点要着修，你们说明一下。是的，我这边谢谢吴思瑶委员，还有那个联署的各位委员哈。教育部这边带有两点的一个文字上的修正哈。那么在那个第一点的部分哈，就是文字上面研议上修非营利幼儿园的目标值啦。其他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删除哈。四年计划吗？你那个不是四年计划吗？对，是四年计划，但是没有那么明确，而且目标是定没有说我们有一个四年的计划，并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目前的目标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四年能够达到四年呐、啊，能够达到100所。那这个部分委员的意见说是不是可以上修 ？OK， 我们可以来研议一下这个上修了哈。啊，这文字上可不可以这样保留一点空间，让我们可以去做这样处理？那你口头告诉我130所做到吗？做不到了，做不到吗？应该第一年就145%了。你如果以145%的绩效算，其实是应该145所。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非营利幼儿园的部分难度确实有一些难度了，所以刚开始在定的时候，我们第一年的部分那个目标，我们定的大概就比较能够达到的目标。但是到后面的时候越增设，包含容易设的先设了吧？对对对，是的。那你就改成研议上修非营利幼儿园目标值，对，这样目标值就对了。是的。好。另外第六点的部分，最前面加两个字“研议”，就研议偏远地区弱势家庭啊、无邻居，那后面文字都一样。到后面呢，加四个字的可行性，就制定之机关由主管机关制定之的可行性，加这个四个字。以上报告，谢谢。就是演绎这巴拉巴拉巴拉的可行性，好 ，OK， 好，那就努力去做吧。谢谢，我们努力来做。我是提醒次长啊，那个非盈利幼儿园，不要到时候它不是真的非盈利幼儿园，好吧？已经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你们要小心，好不好？对，公共化那个还是要，不是商业的那种。好，谢谢，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好，并请教育部办理。现在宣读第二案。第二，依联合国调查，发展之卵发生率约6%至8%，若能在6岁前及早发现、鉴定、治疗，都能有效加强改善万非天使的发展。然台湾学前教育、幼托体系师资及训练，都欠缺早疗教育的基本职能，导致教育机构的发现通报数偏低，教育保护迟晚儿的学前教育作为亦相对不足。壮志补强相关师资培育、职能精进，强化学前教育部门含公司托与社政、医政的横向协力，刻不容缓。特建请教育部积极办理以下事项：一、强化教保人员对早期疗愈的之专业职能，以落实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二、加强安排 IEP 针对特殊需求学生所设计的教学活动课程。研习会强化职能训练；三、扩大各部会机关间横向协力，完善发展迟缓儿童之转介与通报制度；四、教育部应办理例行统计调查，建立现行早期疗愈办理满意度调查、发展迟缓儿通报来源调查、发展迟缓儿发现年龄调查、6岁以下正常儿童与特殊需求儿童总数比例调查等各项指标，以作为融合教育的教学参考。提案委员吴思涵。
吴思瑶，联署人委员何新存、陈学胜、蒋乃馨、庄嘉宾。请问提案委员有没有补充意见？来，你们好像要酌休。哎，是是。啊，非常谢谢吴思瑶委员哈，还有我们联署的委员呢，对于早期疗愈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哈。不过有关早期疗愈的部分，大概涉及到的部位，相当包含了卫福部、包含社政部等等这些单位了。尤其在调查的部分，还是主要是还是以卫福部为主哈。那教育部也很乐意来做一个配合。所以是不是在文字上面，我们带有两点的修正的意见哈？第三点的部分哈，在前面的部分可不可以加几个字哈？配合卫福部啦，那扩大各部会机关横向联系，这个部分主要还是以卫福部为主。那第四点的部分啊，文字上面在后面的就是也是在第一行的地方，教育部啊配合卫福部啊办理例行统计调查。那把那个第四个字的部分哈，应的部分改成配合卫福部，在文字上的一个修正，谢谢。确实是可能社政跟医政会主责，但是就我手上调阅的资料哈，要比较斟酌的是我手上。对于这些发展迟缓儿的调查，其实手上官方有的是民国99年的，是内政部调查的，所以我实在也不太知道说，你们如果很确认肯认是卫福部的话，那当然主责机关就是卫福部。可是我手上看到的是内政部的调查报告，所以这个是要斟酌一下。当然理所当然应该是卫福部啦，所以。那个当时90年主改之前是内务部，哦，所以是主改了之后啊，好，好，啊，在主管是那，啊，但主改之后现在已经到卫福部了，所以相关已经好，那就是两个都是配合卫福部来进行这样子，好 ，OK。我对这个是有点补充意见哦，就执行上面的时候，不要为了求精准而忽略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哦，有很多家长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迟缓儿，尤其他在一个模糊过程。那如果我们为了要落实通报，你就硬是把它贴上去的时候，对家长对孩子是一种伤害。因为有时候人家讲大鸡慢蹄，在那过程当中，也许辅导跟家长同步成长，那个是很重要的，而比那个列入通报有时候还更重要。我想这一点，我跟吴委员应该看法是一致的。我是同意，但是我也要做一下补充。其实因为现在强化融合教育，所以融合教育就是不是用另外特殊教育来处理，所以尽可能在制度上就是让大家是一样，没有那个差异性。可是也因为融合教育变成大家，我刚刚讲了，智能训练不足，职能训练不足，那也许对于通报家长有疑虑，而造成部分的你可以及早发现的，而你不勇于去发现它。好，那当然是综合，也是陈委员的提醒，当然有道理，但是也不要把这样子的作为当作一个你不积极作为的一个借口。好吧，融合教育就还是在一个共同的大环境里头，那你还是要判断，然后给予他必要的教育跟保护的作为。好，谢谢。Okay， 好，那执行面多留一点，好不好？好，谢谢。那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请教育部办理哦。报告委员会，本日志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谢谢。谢谢。